报委员会出席委员十二人，已足法定人数，请主席宣布开会。好，现在开会，请宣读会议议程。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日程，开会时间2005年4月7日星期四下午20至5时30分，开会地点红楼302会议室。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2005年4月6日星期三上午9时至11时，地点：本院红楼302会议室。出席委员林维德夫等12人，列席委员刘委员建国等39人，列席官员总统府副秘书长熊光华等18人，主席段召集委员宜康。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讨论事项：继续并案审查民进党党团拟具总统职务交接条例草案，委员林应元等17人拟具总统职务交接条例草案，时代力量党团拟具总统副总统交接条例草案，新民党党团拟具总统交接条例草案，国民党党团拟具总统副总统职务交接条例草案，委员李俊毅等28人拟具总统职务交接条例草案，委员赖瑞龙等16人拟具总统职务交接条例草案及委员赵天麟等16人拟具总统交接条例草案。决议：一、继续进行逐条审查；二、第一条及第三条照民进党党团提案通过；三、第五条修正为：总统、副总统当选人自中央选举委员会依法公告当选之日起，得成立总统、副总统当选人办公室，办理就职前之准备事项。前项定总统、副总统当选人办公室之办公事务费用，由主管机关编列预算之应；办公事务费用之编列标准，由主管机关定之。四、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六条、第九条及第十三条均不予采纳。五、第九条修正为：总统及中央行政机关就重大政策、特别预算、缔结条约或签署《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所定协议前，应先咨询总统当选人之意见。总统当选人就重大政策、预算，得拟具书面意见送第四条所定交接小组，并由交接小组协商之。若经立法院院会决议者，中央行政机关应即依其决议办理。本条表决结果：在场出席委员9人，赞成者5人，反对者4人，赞成者多数通过。委员林威洲、许淑华、林德福、许玉仁当场声明不同意。六、民进党党团提案第11条，委员李俊毅等28人提案第10条，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第15条，委员赖瑞龙等16人提案第11条。委员赵天麟等16人提案第12条及亲民党党团提案第11条均不予采纳。七、原通过第12条调次调整为第11条。八、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段召集委员宜康出席说明。继续宣读本次会议讨论事项：并案审查委员赖世葆等19人拟具《公务人员退休法》第21条、第22条、第23条。更正啊，第21条、第23条及第24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及民进党党团拟具《公务人员退休法》第21条、第23条及第24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上次会议议事录有无错误或遗漏？如果没有，我们就议事录就确定。啊，现在来介绍列席官员。首先介绍全叙部张哲琛部长。全叙部退辅司吕明泰司长，公务人员保障暨培训委员会保障处李俊生处长，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给予福利处陈坤元处长，法务部宋文宏检察官，司法院人事处蔡新义处长，监察院监察业务处邬庆文处长，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余桂华主任秘书，经济部人事处陈荣顺处长，交通部人事处林文渊副处长，教育部人事处丁慧祥专门委员，国防部人事室林秀美主任，资源规划司康世忠专门委员，资源规划司王金红编撰，海巡署人事处王德云处长，外交部人事处陈美智专门委员，内政部人事处甘文处长，经管会人事室莫永荣主任，财政部人事处钟正芳处长，国库署张义兴副组长。
好，我们今天下午是审查委员赖世宝等十九人及本院民进党党团分别拟具之《公务人员退休法》第二十一条、二十三条修正条文及增订第二十四条之一条文草案等两案，现在进行提案说明，与报告。我们先请提案人赖世宝委员，赖世宝委员，赖世宝委员不在，请民进党党团有没有哪一位代表？好，民进党党团没有代表说明。好，接下来要进行报告，我们请前序部张部长来进行报告。召集人段委员，各位委员，各位理事，大家午安，大家好。今天贵会能够优先审查公务员退休法的修正草案，再次表达由衷的谢意。同时也特别感谢大院的赖委员世宝以及民进党的党团，那么特别针对涉案的公务人员申请退休的管制的措施，分别提出公务员退休法的部分条文的修正案。那么以下仅就今天所提的两个版本的草案内容，我们就全局部立场提出综合的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指教。第一个，对整体性的意见，就是本次大院赖委员世宝以及民进党党团分别提案的有关修正相关修正案，是着重在强化涉嫌贪污或渎职等罪的公务人员申请退休的事先的管制的措施，那同时也增订事后的剥夺或减少其退离金以及的惩罚性的规定，以使退休法制更臻完备，并有效的管制涉案公务人员借由申请办理退休来规避责任。此事持于政府持续推动的连任政府的政策和立场是完全是相同的，本部是尽表同意。那第二个，就这次所提的三个修正条文，我们分别来做说明。第一个就第二十一条的条文，第二十一条的条文，本条的修正最主要是在强化涉案公务人员申请退休之事前的管制的措施。那最主要我们增列的，本部不受理涉案者申请退休的理由，这里面包括涉犯贪污或渎职等罪的公务人员，经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责，以及依公务员惩戒法移送惩戒的，以及或送请监察院审查中的，我们均不受理其的有关退休的申请案子。此部分我们尽表同意，实际上这两党民进党党团以及赖世宝委员他们意见是完全是相同的，我们是尽表同意的。不过就是为了有关实务的执行，我们只是做了若干文字上的一个修正的意见。第二个条文就是第二十三条，二十三条是现行退休法对责领月退休金的有关退休人员生效以后，凡他涉贪案件经判决确定入监服刑期间，以及因案被通缉逃亡期间，我们现目前法里面均没有停止他退休金的规定，显然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事情。说赖委员世宝以及民进党党团所提的增订本条第一项第一款以及第三项规定，限制上开入监服刑期间均不得领取退休金，那么以补现行规定的不足，我们部门是非常非常的赞同。那另外赖世宝委员等也提供变案修正本条第一项第四款以及第五款，对于退休人员在任公职者能够停发月退休金的限制的标准，明定退休公务员如果在任每个月领受的有关俸级待遇及公费，如果达到基本工资以上者，那必须要停止自领所受领月退休金的一节。那这就我们一般来讲叫禁止自领双薪，禁止自领双薪。那确实是有利实务贯彻管制退休金自领双薪的情形，那我们部里面表示支持。但为了条文内容更臻明确，那是更顺利的执行，我们也建议做一部分的文字的修正。那第三个条部分就是第二十四条之一的条文，
那二十条整条修正最主要是在职期间涉贪的案件，你就说这些人已经先行离退的公务员，我们增订以后事后已经退休了，我们增订的事后的剥夺、减少和追缴其退离给予的机制，以补强现行退休法制的不足。那本部是尽表同意。那么这两个案子，民进党党团的版本，在按刑度扣减退离金的标准、退离金给予标准它部分，比赖司法委员的提案的版本稍微比较从严。所以我们建议就是说，是不是就是说考虑到，因为最早公务员案受到有关各种的有关贪渎案子，案件的轻重完全是不一样。所以基本上我们建议是不是能够采赖司法的版本稍微比较宽，比民进党所提的版本宽。另外也建议第二十条之一的内容配合104年5月20号修正的公务员惩戒法的规定，我们做的修正就是可以追溯，退休以后我们要追溯，从退休以后开始要追回。以此规范，大家是能够一致的。那结语就是说，建构完善的公务员退休制度，并兼顾合理保障公务员退休权益，以及具体落实社会公益的价值，这是部里面一项努力的一个方向。所以透过这次修法，能够完备涉案退休一个控管机制，促使在职的公务员能提升自身的责任，能够清廉自持、奉公守法，以及积极认识回应人民托付的责任与期待，希望能够提升政府整体的施政的效能，也是我们部里面以及考试院所乐见者。说今天审查会的修正草案以及本部建议的修正的文字，我们已经送到司法和法制委员会，敬请各位委员希望能够支持，能够这个法案能够早日完成立法程序。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知道，谢谢。好，谢谢部长的说明啊，在这个全序部的这个报告的后面啊，有这个全序部建议的修正条文的对照表啊，请各位同仁可以参阅。好，我们现在已经报告完毕，进行询答。本会委员发言时间8分钟，非本会委员发言时间6分钟，我们均不再延长。下午3点截止发言登记，请登记第一位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不在，请第二位许淑华委员发言。感谢主席，有请主席邀请全序部张部长以及法务部代表。请张部长，还有请法务部代表。法务部是宋检察官，来请。主任好。部长好，部长，我想哈，你们今天提出来的这个我们大致上都是会支持的啦哈。那我有一些的问题，我想要在这里请教你啊。那我要先，我也今天法务部的人也有来，我要先请教一下，就是我们最近在新闻闹得沸沸扬扬的，有关于中研院的一个案子哈。翁启慧把他的这个研究的一个技术呢转移给浩鼎，那他的女儿呢在浩鼎新贵前一周呢就也是低价来买股哈，那我要请教翁启慧，他是不是也涉及公职人员的利益冲突回避法？假设啊，如果说他的女儿是人头的话，实际的获利者是翁启慧本人，那翁启慧是否涉及贪污治罪条例？我可以请检察官帮我回答一下吗？我想那个就是就公职人员利益回避，就是冲突回避法的部分啦，因为他是有限制说公职人员他的一定关系的清楚，他不能在他所跟他的所服务机关，就是说为一定的交易行为，或者是说那个公职人员不能对他有一定的那个任免的行为。是。那就目前这个案，就是说翁启慧就委员提到这个案子的话，目前看起来的话是，可能还是要再确认说他的行为是不是符合我们刚才讲的那两种情形。好，因为啊，他是以中研院院长的身份，他有去表达啊，说80%的受试者如果有免疫反应的话就有效。他其实他这样的力挺浩鼎的发言，他有没有涉及到刑法的图利罪？我想这个图利罪是对于那个主管或非主管事务，他就是说图自己或他人的利益，或并且要因而获得利益的，就是违背法令的部分了。那现在就是说，这个案子因为可能涉及到，因为我们手上没有那个案件的相关资料，所以我们对于那个部分是不是符合
这个图利罪的要件可能要等要看到。对，我知道，我当然知道，就是说以目前我们了解的这样的状况啦。今天呢，为什么呢？因为翁启慧他今天送了他的一个书面的报告到教育委员会啊，他里面呢，他坦诚他是帮女儿卖股票哈、啊，他也强调他当时并不知道解盲的结果，而是业务员的推荐的理财的行为哈、啊。那事实上我要讲的，台湾并不是在各个领域我们曾经都发生有各项的丑闻啊。那为什么这个事情让大家很不解，就是鬼话连篇，一直讲外新闻啊。他怎么讲呢？他说啊，他没有想到呢，因为女儿呢持有昊鼎的股票，他不适合对于解盲的结果发表言论啊。我想这个有点基本常识的人，特别他到了这样的一个身份地位的人，不可能会不知道了哈。他还强调他没有散播不实的一个讯息，也没有影响股价的一个意图哈。所以呢，对于就利害冲突的事件未做回避哈，他的发言呢，造成了中研院跟大家的疑虑，他深感抱歉哈。我想呢，就是说我在这里呢，我们也是要从我们的一个法令的一个部分呢哈，要请教的就是他在这方面呢，就我们利益冲突的部分呢，是不是我们也有一定的法规可以去约束他？所以我要请教全序部哈，因为目前他现在的辞职总统是没有同意的哈。那如果呢，他现在就是继续的留在美国，他也没有请假，他这样的现在这样子算是旷职吗？不是，这不我是跟新闻报告。第一个，那基本上这里面可以涉及到财产申报的问题，他这个财产可能我们现在据我们了解，他可能没有据实申报，这是第一个。第二，他有请假，他实际上他这次出去最主要先到以色列，然后到美国开国际会议，然后后来接国际会议完了以后，他请休假，他现在就是不回来了。他先不回来。四月十四号，如果他还没有回来的话，我们现在是按照我们现行的法规，应该是也是比照我们公务人员的法规去处理吗？对，比照公务人员其他规则。好，那我要他本身也可以请事假，也可以请休假，也可以请病假。那我请教哈、啊，如果他现在是申请退休的话，他是不是适用我们政务人员的退职抚恤的条例？那是的。是符合了哈。那如果我们今天审查的是公务人员的退休法哈，对于贪污的公务人员，我们是不得申请退休嘛哈。但是呢，翁启慧他也算是不是？因为我们今天审查是公务人员对退休法，说这里面他的对象是指我们常任文官公务人员。没有针对政府。对，我现在就是要跟您请教的，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公务人员的退休法，但是假设我们以翁启慧这个案子来看，他还是以他是现目前还是政务官的一种形态嘛啊、哦，所以他可以申请我们退休并请会可以领取我们的退休金吗？那这可我觉得这实际上我们的了解可能还要看他的整个的这个案子的涉案情形。没关系，我现在跟你提出这个，就是你也要考量是不是我们的退职抚恤的条例有没有修正的一个空间啦。假设我们看翁启慧这个案件的一个存在的话，我们现在不是说先去判定他有没有罪啦，就假设如果他是真的如我们大家所看的是这样，也如同刚刚所说的这样、okay. 我们的这个条例有没有修正的空间呢？我们这条要修就政务人员退职抚恤条例。好，谢谢。这个规范政务人员。是啊，谢谢。我想哈，不要等到我们事情发生了之后，我们大家再来做这个条文的一个修正啦。如果今天我们看到有这样的行为，那么同时呢，也是很有可能就是如我们所说的，我们也希望我们部里面这边呢能够赶快啊提出一些更具体的一些的做法，特别呢针对这些让人发指的事情呢、啊、让国家蒙羞的这些人呢、啊、哈，能够哈、啊、不要再占我们国家的一个便宜了哈。好，那谢谢哈、啊、部长。我另外我要再请教一下法务部啊，最近是不是有办一个有我无毒的反毒总动员的活动啊？跟我们报告，因为那个是业务司，因为我们不负责那个。好，不过应该是有听说过相关的讯息。是，我是这样啦，就是有民众跟我反映啊，我们公务各个体系有跟我反映，就是这个活动预计是23号要办理的是全民的变装游行的一个活动了哈。那因为呢，这个活动呢也准备了有20几万的奖金，还有摸彩品，但是因为现在呢，因为法务部一开始的活动没有宣传的很好，所以现在呢就要求各部会去支援了哈。当然各部会支援的包括经济部啦、外交部啦、陆委会啦等等的。那我现在要请教这个全序部的，就是啊，
法务部他并没有把这个经费编在这个他们原本的预算当中的，是请各部会也来共同来响应这个活动了哈，就是也请他们一起来出钱的哈。那么甚至呢，也希望各部会可以来动员了哈。那甚至呢，也请大家就是告诉大家说，如果我们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的话，可以依照我们公务人员的休假，或者是用这个包括可以请领到一些的这个加班费，这样子是可行的吗？因为他这个活动办理，我据我了解，他不是在上班时间，是在周日。嗯、对。那所以说，我们现在既然在周日，我们就不适用我们工人员请假规定。他现在哈、哦，就是。不过他说还可以从预算里面支领有关各种就是说加班费，这个我就要。当然是非假日，但是因为他现在参与非假日的活动，本来应该是鼓励同仁大家一起参与的嘛。但是如果你因为这样，我们不说有没有被强迫了，就你去参加之外，你假日的活动，你还可以请领加班费，这样子公道吗？我想这个东西要行政院主计总处还有审计部、嗯，我想他们会做一个处理的。我觉得是这样了哈，其实这各部会都会碰得到哈，不只是法务部啦，各个部会我们都会办理很多的宣导的活动，宣导的活动无非是希望民众参与嘛，让大家了解政府的一个政策嘛。但是如果我们办的活动花了这么多的钱，同时呢都是要由我们政府的公务人员大家一起去参加。那我觉得这样烧钱的意义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哈，所以我希望各个部会在办活动的时候呢，我们大家能够保持得住原本办活动的精神呐、啊。特别如果是假日参加的，我希望你给我一个你了解一下，到底参加这个非假日的活动呢，是不是可不可以请领这个加班费，或者是可不可以补休啦？好了，这个我跟行政院那个主计总处研究一下。好，那主计总处。好，那没关系啊。那我要最后我要请教一下我们人事行政总处。好，两位人事行政总处，来两位请回。好，谢谢。喂，好。哎，谢谢、啊。我想请问一下，去年五月四号，我们行政总处公布2016年就今年的那个放假的日期啊，那很多的民众会提早做规划。那我请教一下，现在今年度的一个假期什么时候又会公布呢？跟委员报告这个。假期的公布是我们另外一个主管处信用处他们的，那因为我是代表是给予处的、oh, 好，所以这个问题是不是容我们代为去再另外给问答复？好的，那我只是要反映，就是民众还是希望可以尽早的得知这样的一个讯息，可以提早做规划哈，就麻烦您转达。好，谢谢，谢谢主席。好，谢谢。接下来请张宏禄委员。不好意思，我麻烦请张部长。请张部长。张委好。嘿、hey, ，部长，我想请教一下哈，我们今天修这个公务人员退休法，对，它的适用对象军公教都有吧？没有军公教，就公务人员。只有公务人员。就公务人员。对。公法人有没有？公法人没在里面。公法人也没在里面。没在里面。对。所以我想请教部长，那你认不认同？我们如果要修这个法，应该也要把军职哈，然后教育人员，然后公法人的人员，应该也把它一起纳入规范。我跟政委报告，因为我们考试院全部我主管公人员，我知道，所以这第六的第二部是行政院所属。我只是请教你的看法。我觉得应该合理，我觉得应该大家一起，所以说我们带头，我们先做了以后，我们要求。教人员以及有关军职人员，他比较修正有关他们服役条例或者有关他的退伍服役条例，这样。好，所以其实部长你也认同这样子嘛？哈，因为哈我手头上有一份资料了哈，就是如果公务人员哈、啊，他在判决结果跟退休的种类的话哈，就是他有一如果你知道自己。可能有案，然后你就申请退休的，一次退的人是不是占比较多？在全部任的靠近8年，实际上有这种情形。当他知道，比如说可能涉及到的跟贪渎，和实际上还没有开始调查，他就申请一次退，申请一次退领了以后，可能就离开了，就对。
对，遗失队，遗失队不多，就说只有这种人才会申请遗失队，其他99%都是领月退金。不，当然啦，一般的公务人员很少人去一次退啦。我就是说，他明知哈，就是现行的法规，他明知他自己有涉案有什么的，有涉案他大部分都是一次退嘛。而且我手头上的资料啊，一次退的人啊，在判决有罪的比例啊，哦，高达一半以上。好，那其实这种一次退的话，他也退了，也拿不回来吧？对，啊，对不对？然后，所以我们现在这次要修法，对，就这样，就我们这次就修法的目的就是事先能够限制，事后希望能够追回。好，对，因为你现在如果以现行法律，就是完全都追讨不到，对，完全追讨不到。是的，而且啊，哈，我想再请教一下，如果说了他如果一次退，然后他再任公职，哈，他再任公职。那如果再任公职之后，这些人是不是涉案人？不是涉案人员，就一般公务员一次退了以后再任公职，是吧？啊，对，哦，很多也有这样嘛，哈，哦。对，那如果说他再任公职之后发现他有涉案，对不对？哦，那如果再经判决确定，哦，他如果是领一次退的，目前也是没办法追回吧？对啊，不是。那修法实际上他一次退，如果再回到担任公务员的话，他一次退要缴回，要不缴回？啊，要吗？不需要。哎，现在我们这次修就把它堵住了。对了，我说目前不用吧。目前不需要。对，目前不需要吧。对。哦，对嘛，哈，哦，因为哈，哦，你给他看呢，啊，哈，哦，啊，我们啊之前的那个消防署长哈，哦，他目前我们以这个案例的话。他现在他没有被褫夺公权，没有被什么。他虽然，哦，在坐牢的话，在哈，哦，在监狱里面，欸，他还是可以领退休金的，还是每个月领的。像叶世文也是这种情形，叶世文像那消防署长，那也江顺也是这样，对啊，所以就会变成有很多哈，哦，啊，如果一次退的，然后就会变成产生这个问题。那我想再请教一下，如果说。以目前这样子的话，我们现在新的法令，他如果申请退休，一次退也好，月退也好，他如果是去私人机构，目前法令没有禁止啊，他私人机构的话没有禁止，没有禁止嘛，没有禁止的，对不对？对，好，那你觉不觉得，哎，欸，我如果说我犯了贪污治罪条例，我有可能给这一间公司很大一笔钱。他获利或什么的，那我根本也不用怕啊。我如果去关个2年，我去可以去那间公司，我也是可以，要月领数十万，有没有可能会有这种情形发生？第一个，我们现在目前啊，在那个服务法里面有学生门条款，学生门条款会限制3年不可以转到他5年前他主管的一关机构里面去任职，这是第一个的。那第二个。基本上就是说，如果假如说是，比如说他到私人机关去任职，然后经过发现判决有案，实际上我在我的个人判断、常识判断，私人机构也不会再去用他了，这绝对不会再去用他。如果是，而且第三个，他如果他的判案如果还受到刑事处分，他还坐牢的，对吧？有的人的私人机构，他公司不止一家，对不对？我们的台湾的财团那么多，大企业那么多，我们不要讲财团了，大企业那么多。他不可能，他也不可能有一家公司，他也有可能跟他业务不相关的公司啊。对，不是现在，因为这牵到私人了，啊，现在基本上因为我们实际上只是规范到政府行政部门，那么到私人化可能就是不是我们这个相关条文能够予以约束的。对，我知道，所以我要再就是继续请教部长，就是说如果这样子的情况下，你赞不赞同啊，哦？像这一种的。他如果有领，哦，一次退货什么的，我们应不应该把他追缴回来？对，现在我们修法以后就可以追缴。我知道现在是修法，对，修法以后追缴，你就是认同嘛？对，是的，对不对？我完全认同，对。好，因为哈，哦，有很多啦，那很多的案例，而且啊，你看哦，很多的像我这边，你如果说啊哈，公务人员呐，啊，哈，他的货。啊，判决的啊，判有罪无罪的时机点的统计啊，我这边呢，啊，哈，如果退休前呢，啊，目前我这边统计的资料是，
退休前他被判决有罪的大概有三成四的、啊，然后退休后生效的、啊、大概六成五以上。我不知道这个数据跟你们的统计。我这边有数据、哦、跟张委员报告，跟各委员报告啊。实际上我们部里面，实际上在退休案子里面，就说有关涉案，我们列管的，在102年有39件，103年有35件，104年有36件。实际上每年大概的件数都在35件到40件左右。所以这个人数算相多的，对。哈，对，所以你看哦，如果说他退休后哦被判罪有罪的比例是也是相当高的啦，也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这个法令的话，我是觉得说啊、有两个版本啦。你认不认为应该？我刚看你们报告啊哈，你说你认为那个哈民进党版本太严苛啦哈。可是我是觉得你要我们不认为这个应该是处罚他，应该是吓阻他的作用。如果应该是吓阻他不要去做这些会对他权利有影响，你赞不赞同用重一点的？实际上，这里面涉及到一关，比如重刑的贪污犯7年以上，民进党版本跟赖世葆版本是一样。我知道那其他的多对。那现在就是说，因为实际上公务员，比如说牵涉涉贪案情有轻重，比如说公务员，比如说我福报的有关出差费。我福报的加班费，或有关，比如说我们就说我们公务员就用国民旅游卡，到时候我不实申请你的国民旅游卡，这种案情跟比如说叶世文像这种案情不能够相予比较。如果假如说像这些比较案情比较轻的，我们如果他们对他退休金扣得比较重的话，可能对这些人会算是比较是算不比较不合理。可是这个有没有轻重，其实法官会决定嘛，对不对？法官会决定。法官有时候同样一个案子判的刑度就不一样。同样的就是出来理非福报了。对啦，但是基本上他完全是司法裁量。基本上他的刑度的判定是法官他会决定嘛，所以我是这样子的哈。其实我认为这个法令应该是不要说这到时候要去惩罚公务人员，应该是重一点去吓阻他不要去犯这些案子。我觉得应该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法律的制定的。好，谢谢部长。好，谢谢。好，谢谢张委员，谢谢部长。那接下来请周陈秀霞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同仁，有请张部长。请张部长。部长你好。部长好。你好。部长，我们今天在审的就是赖世葆。对，有两个提案，版本跟民进党版本的这个退休人员公务法草案嘛，哈。对，是的。那这两个版本里面，哈，对外界。所质疑的肥猫跟卸任高官的这个方面有没有受到限制？没有，肥猫和那个高官，实际上我们现在退休法已经有规范了。我们在公务员退休法，我们在现行的条文里面，我们就有规范了。对啊，我们23条就可以看出来。哦，现行的对现行条文里面就有规范到了嘛？对，嗯。我如果这个如果没有受到规范的话，哈，有受过规范，而且在军公教里面，第一个我们修法就是公务员，现在教人和军职人到现在目前都还没修，这样公务员已经修得非常严了。你看我举那个我们前那个财政部长李树德的案子来说，李树德，对啊，他是谁派的，你知道吧？他一定财政部派的啊，是不是财政部派的，是吧？不是啊，当然是。那他是不是代表公股？代表他在任这个证交所董事长，这个他是不是代表公不是在我们现在就是公务员退休法里面规范啊，就基本上就是说你如果退休以后你再转到比如说公务机关去任职的话，退休金绝对不能领。那第二个就是如果是受到政府捐赠的民间团体去任职的话，我们也不能领了，不能领退休，不能领双份薪水。第三个，如果就是站就他派到有关，比如说一个财团法人或是社团法人，如果他的财务以及他的人事受到政府的支配，实际上他的退休金也不可以领。所以在我个人看法，李树德照道理他退休金没有领，他绝对不能领，他只能够领他交易所的有关他的董事长的薪水。他退休以后，他不是代表
公股嘛，所以他在这个证交所，他还可以、还是可以领到薪水，是名正言顺的。所以他这个董事酬劳还上千万呢，你知道吧？上千万呢，而且他还有领了月退的这个18%哎。没有，绝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月退金还18%，在我们这边就这边啊，就月退又存，他们实际上你可以去查一下。那你说明一下，都停了嘛，对不对？啊，我们退伍是目前告诉我，目前都停。都停了、哦，我们这边都有资料的，应该不可能他以后啦，重复指令修法以后啦，对这样的情形、这样的例子，我们还继续规范。啊、哦，如果没有受到一个规范了，那我们修法、修法立法这个意义，我们原先在100年我修工人退休法的时候已经规范了、哦。那这次修法，你看这里面不涉及到这个部分，不过我们这个条文就规范了吗？100年我就规范了，这100年呢，我最早修工人退休法，对啊。如果每一次改革哈，这一些没有改革到，都只有处理那一些公务人员哦，我觉得这样是比较不合理啊。对，是啊。我们年金的制度啊，它的意志就是在创建公平嘛，是的，合理嘛，安定嘛，是不是？就是的。所以是为了让这一些退休人员呢、都能够安享晚年，所以政府从74年，哦，74年的时候就开始推动这个年金改革嘛，是不是？哎，这个意义推动的动机，它就是改革的动机，就是在实现正义、完善，而且公平嘛，哦，还是具有前瞻性的这个规划。但是当前年金制度哦，潜藏负债沉重，哦，所以在这个方面呢，配套措施啦，哈，还有执行力和这个。他的执行力的发挥这些方面，我觉得这个要特别来注意一下哈，不可以忽视啊哈。那我们现在台湾人口哈老化的很严重，在107年会迈入极高龄的这个老人化社会。你知道老人的平均这个余岁是多少吗，部长？像男和女不一样，男的大概78岁，女的大概是82岁、83岁、82、83吧哈。这样估计起来哦，潜藏负债和这个与估计潜藏负债不太一样哦。对。这个会导致高负债哦。对，是的。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是的，我们都会注意。对。还有我们台湾各大退休金的报酬率都是落后其他国家的哦。你知道了。对，我知道。所以。因为我觉得，我说的是我上次在贵委员会在咨询的时候，我认为就应该松绑。都没有办法，因为我们限制太多了，都没有办法有效的做一个开源了哈，所以基金绩效的管理哈，很自然的成为大家共同追求的目标。对，是的。是吗？对，实际上除了节流之外，在增加基金的投资报酬率，这是并以后改革的时候也是其中重要的必须要讨论的一个重点之一。我们台湾的基金操作管理有许多的限制啦，如果要以公家机关的薪水很难去聘请到一个有能力操盘的这个人才，是不是？对。所以我要请问部长，就是说你支不支持退休基金行政法人化？实际上在上次当时在102年提出版本，当时在行政院，我跟行政院在到讨论的时候，我个人是赞成，不过当时行政院是反对的，对。好，那部长，你知道我们台湾现在那个有多少家上市柜的公司，它的殖利率是高于6%的吗？我不晓得这个，因为我是不负责实际操作，比较不清楚了，因为我在基管会，我是基金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可实际上我的作风是这样，我管大的政策方向。至于有关详细的操作，我都交给有389家是高于389家，6%。谢谢。那高于4%的有720家，720家高于4%的了。如果以今年现殖利率还有这么高的、有389啊，超过6%的。6%的有389家。三八九还有这么多家吗？我有。这是最近的、那高于4%的还有。OK， 我会跟机关会同仁提醒一下。720家、对啊。这加起来有。那如果以今年2月底这个退伍基金整体规模5800多亿来计算、如果提高这个收益率到6%，
我们的这个税收一年这个收入就有327亿嘞。对。如果这样的话，退伍基金应该就不会有破产的危机。不，可能光是提高税，投资报酬率还不够。哦。你支出还是有关退休支持制度，还是必须要同时要。如果按照这样来，按照这样来算的、啊、哈，就那个破产的危机已经几乎可以减缓，可是它问题不能解决。对啊，年金制度的改革还是要从事。还有我们这个退伍基金哦，现金和约当现金余额哈，从1998年底1175亿攀升到2003年底有1847亿，到今年2月底有2177亿，占我们基金余额比重从25%增加到31%哦，到今年底的今年二月底有39%。对对，现在没有那么高，大概总是20%左右啊。都，这是我们四大基金所现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所以、那是要为什么约当现金会这么多？因为我们的对于投资的范围限制太多了。现在我们的投资标的，要么就股市，要么就是债券。所以这个配置高出太多了哈，这个效能有一点欠佳哈，这个方面多注意一下。所以我当时我就提到，实际上现在投资的标的一定要放宽。我们可以放宽到另类投资，所以这些方面都实际上现目前像 Copper 像这些另类投资所占的比例大概22%，它投资报酬就可以到16%到18%。那以所谓另类投资，一般来讲基础建设嘛，不动产嘛，这些方面比如说 private equity fund 多加留意，或者 hedge fund 这样子，这些或者有关货品商品都可以去投资的。好，对啊，投资范围一定要放宽。好，谢谢啊。好，谢谢部长，谢谢。好，谢谢。来，部长请回。我要请那个优美女委员来帮我主持一下。下一位，我们请段宜康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同仁，我们请张部长。张部长，请。部长你好，我今天要跟你请教这个问题，跟我们要审的这个退休法不直接相关了、啊，但是有一些这个关联性啊，是跟全序部的业务啊其实有关系。全序部在民国98年、101年呢、啊，曾经分别发函通知到各机关，明确要求要加强宣导啊，不能违法兼职了、啊。对、啊。那么后来，去年，审计部啊。对。有进行全面清查公务员兼任的情形，这个兼任是指的兼任公司跟商号。对。那当然，后来全序部有整理了8个兼任的太阳啊，从最合法的，就是代表合法指派，就官方指派的。对了，指派你去做官股代表了。跟到最严重的，明知兼任公司商号负责人、董事及监察人。而且实际参与经营，而且领有报酬的、哦。那么我要问的一个重点就是，从我手上资料，从104年5月，就去年五月到今年的2月啊，公务员违法兼职移送工程会审议，并且已经议决的这个数字啊，其实是相当惊人呐。对。那么。所以已经议决，就是他已经审完，当然有少数是不受惩戒或者不受理了。总共470件，里面呢有31件是不受惩戒，有3件是不受理。那么470件看起来数目好像很多，但是呢，一直到去年为止啊，去年11月20日啊，各机关审定的违法人数是2177位，那么还没有。查复就是还没有查完之后答复的，有2489笔，非常之多啊！所以有这么多笔啊，是还没有答复。那么有2177笔是各机关已经审定的，说违法人数。那现在不但审定违法，而且送给工程会已经开会做决议的这470笔。比里面扣除31笔不受惩戒，3笔不受理，有436笔是被惩戒的。您知道，
这里面有中央机关，有地方机关。是的。哦，中央机关里面数目最多的是哪一个部会？您知道吗？嗯，我不晓得这个东西。数目最多的是教育部跟交通部。教育部呢有四件是不受惩戒，交通部有两件不受惩戒，教育部有45件被移送，四件不受惩戒，所以有41件被惩戒。交通部有40件被移送，有2件不受惩戒，所以有38件。那么教育部跟交通部啊，然后呢，在地方机关里面，您知道最多的是哪一个地方机关吗？不晓得，不晓得。我跟你说，实际上就他各单位，然后向对，你一定有想不到。我跟你说，这审计部去受惩戒移送件数最多、被惩戒也最多的是台湾省政府。台湾省政府啊，有65件。里面有4件不受惩戒，所以有61件被惩戒。台湾省政府就台湾省这么点点人，对啊，65个人。台湾省政府的编制的员额是84个人呐、啊，有61件被惩戒啊。当然了、啊，这个件呢、啊，可能不是人呐、啊，他可能同一个人、啊、有好几件呐、啊。但是这个比例真的非常之高。那其他呢，包括台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几乎啊各个地方政府多或多或少都有。另外还有一个你想不到。叫台湾高等法院有17件，我不晓得为什么高等法院是谁去兼职了啊，但是总之啊，这里面是已经明确违法而且被惩戒的数目如此之多，然后呢，全学部看起来好像每年都在做宣导，但是呢，这个事情呢一再发生，我要请问啊，全学部。我们在去年啊，104年10月8号，司法法制委员会有一个决议案呢、啊，要求要这个全序部说啊，你们会建制一个叫查核平台，哦，查核平台，因为我们司法法制委员会做了决议，去年做了决议啊，要求你们要做一个报告嘛，那你们现在说做了查核平台，这个查核平台呢，现在建制完成没有？现在初步完，我们已经找的有关机关，我们已经在、你们开过一次会了，开过会，在今年2月开过一次会，因为我们要把就相关机关，譬如说，行政院主计总处、行政院有关人事行政总处相关的资料，我们全部要结合在一起。能不能告诉我们哦，大概什么时候啊，可以查核平台可以建立？我们大概什么？啊，到要到今年年底，对不对？太晚的啦。为什么要拖那么久？是啊，我这就是我的问题啊、哦！为什么要拖那么久啊？因为涉及到很多部会，而且我跟部长说明，除了关就是说平台机制之外，我们现在目前也要切结，你们还要建立资讯平台，你们要有个资讯的这个建立一个要建制这个整个这个资讯系统，这我都了解。在查核，但是我要提醒的是哦，你现在已经被惩戒的，对，这400多件之外。你另外还有2000多件是已经查了说违法了，但是可能这个惩戒都还没有完成，对不对？对。另外还有2000多件是还没有答复的，还在查的哦。我们一个政府啊，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啊。你看这种叫做违法兼职的事情这么多，那有的事情呢，有的看起来不是那么严重，还有可能的确是不按法令啊，或者是机关它其实。指派的过程，他违反了规定了。对，但是也有很严重的，这个严重甚至严重到啊，我引述这个全序部啊，在去年8月份说啊，经过清查初步厘清后，约4000人，哦，有可能有违反了这个规定，违法兼职啊。有里面有1000人啊，属于违法，而且适用公务员惩戒法，要均需移付惩戒。然后呢，实际参与经营而且领有报酬啊，属于情节重大的，大概有100人呐、啊，都应该予以停职。那我现在请问了、啊，您知道现在到底被停职的有多少人？现在30个人。啊？30个人。30个人。最严重的是停职之后被处分了，还被降级的。也有，对不 对, 对有那也有的可能要移送法办的也有，但是实际上这个查的速度其实是相当的慢，
当然我们知道件数多，监察院在做这个侦查，他都是一个案子一个案子，我知道，所以这个速度很慢。我知道，这我都了解。但是，所以这表示啊，你们这个查核平台的重要性，在这个地方就显现了。因为你看了、我们这么多年了、居然你看还有这么多件，表示大家轻忽。像我刚才举那个例子，我刚才举那个台湾省政府，对，对不对？原额才八十几个人，就六十几件，我非常吃惊。是啊，那台湾省政府有什么地方好去兼职？我真的想不到。所以他们这个公务员是太闲了，就去公司上班，去当公司的老板吗？这我们不知道这个太阳到底它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但是我们的要求啊，刚才部长说要到年底，这我们也了解，你们机关有一定的采购程序跟建制的过程，但是希望部长能够要求能够尽量加快速度，能够让这个查核平台能够尽速完成，好不好？好，我想在下个会期，好，下会期我想邀请我们同事，好，能够把这个整个平台机制能够建起来。好，谢谢部长。实际上，段我对这个案子也非常重视，所以来的后我就找了所有的机关来，然后我建立了八个模式，然后对于这个案子分门别的去处理。那么处理结果，他们就像要送工惩戒会就送工人惩戒会，要送有关监察院就送监察院，那这个资料就是要问审计部和监察院的，我们这边就没资料。好，谢谢，好，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顾立雄委员发言。好，请部长。好，请张部长。关于那个这一次的修法，我有大概是两个问题吧，跟您就教一下。就是说，您看一下现行的条文的21条，它是说这个，动员戡乱时期终止后，涉犯内乱外犯尚未判刑确定，不起诉处分尚未确定，或缓起诉尚未期满。那么接下来这一项就是说，他在原因消灭后的6个月内，可以向以书面向原服务机关申请办理退休。请教一下部长，这里所谓的原因消灭讲的包括哪些？比如说包括后来判无罪，对，包括后来不起诉处分确定，那有没有包括缓起诉期满？对。顾问，我可不可以请我们吕市长，他主管这个业务，说他这种实务的事情他非常了解，好，可不可以说明一下？有没有包括缓起诉后来期满？有，是。好，那如果是这样，包括缓起诉期满的话，现在修正哈，不管是赖世葆委员的版或者民进党党团的版哦，增加了一个第5款，说涉犯这个贪污治罪条例或者是渎职罪，经过第1审判处有期徒刑以上之刑。那我请问一下，如果后来判了缓刑，就是说这一个判处不是说后来了，应该说这个判处有期徒刑以上之刑，但是有兼有缓刑，对，这个的时候，他有没有算是原因消灭？缓刑期满之后，原因消灭。缓刑期满，原因消灭，但是他这里没有写。有，我们有一款，就是说这个第5款哦，它并没有写缓刑期满原因就算消灭。现行条文，它现行哈、哦，它现行就写说只要判处有期徒刑以上之刑呐、啊。对，哦，我想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念法律的，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所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讲的意思，他只要有判过，对，他就不能够再申请办理了。是，退休再判了之后，那。他纵使有判缓刑，他纵使有判缓刑，也没有再排除说他可以申请办理退休的一个状况。那相较于你的原来的第4款，换内乱外患，你要加一个缓起诉尚未这一个期满。那同样的问题也会发生在第4款，就是说缓起诉你期满，你认为算原因消灭了，对不 对, 對, 對，那缓起诉你也知道嘛，都跟缓刑的效果是一样的。是，但内乱外患罪就没有规范缓刑期满。那我问你，先解决第一个问题，
内乱外患罪的缓期期满了、啊，算不算原因消灭？我们鲍委员，我们对这个内乱外患呢、啊，视为它是伤害到国家利益，算是重罪了、啊、所以在规范上呢，我们当时才会规范是，即便它是不起诉处分了、啊。就还没有确定之前，不起诉，我们还是会停止他。那是还没有确定嘛？我现在讲的是他后来判缓刑期满嘛？因为你现在只写了个缓起诉尚未期满嘛，对不对？你没有，因为我就是看这个条文，我看不懂才请教你嘛。那他后来判缓刑期满，算不算原因消灭啦？是。可你这边就没，你在哪个地方，在哪个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呢？好，那内乱外患罪已经看不懂了，就是说。只写缓起诉尚未期满，没有写缓刑尚未期满啊，对不对？对，我们知道你有列举就排除其他了嘛，是，这是立法体例上面都一个当然的一个规范嘛，是，所以你就只写缓起诉尚未期满，我读起来了哈、嗯，我不知道你读起来结果怎么样，我读起来就说那缓刑期满不算原因消灭啊，因为你只写缓起诉尚未期满嘛，好啊，那缓刑期满原因有没有消灭？已经原来的条文我已经看不太懂了，好。现在加上来第五款说涉犯贪污罪或渎职罪啊，而且他只要写说你只要判处有期徒刑上之刑啊，好，那后来等到不管他经过二审三审，他都一样有判处有期徒刑上之刑，对不对？好，那后来他就缓刑了，对不对？那缓刑期满算不算原因消灭？好，那我坦白讲了哈，我也看不懂。我对你们这个原因消灭啊，我后来往下看啊，你下面条文其实也有原因消灭啊，其实完全是看不出来你们到底想不想对缓刑期满的这个部分啊，到底退休金的给予这个部分想要怎么规范啊，齁，那因为你们对于两个版本都尽表同意啊，所以这个尽表同意到什么程度啊，在这一点上面说明一下。我们当初考量的是原则上啊，如果是轻罪啊，这个罪是很轻，有缓刑的，能够不去影响到他的退休金给予，我们就尽量不去影响到他啊，因为他毕竟是违罪嘛啊。那么，所以当初在考量这个内乱外患的时候啊，就考量到说，这个人因为他是涉及到很重的侵害到国家利益的罪，所以即便他是这个缓刑，对，不。你现在缓起诉尚未期满，你刚刚说了嘛？如果是缓起诉期满，你就会算原因消灭嘛？对。那我现在问的问题是，那缓刑期满有没有原因消灭？换内乱外患罪嘛？应该是会含，因为我们这应该是会含，怎么？我不知道、啊、这是你们的哪个人立出来的法？我是支持鲁顿，我也看不懂。这个缓起诉尚未期满，但没有写缓起诉尚未期满。对了。那刚刚那个二十一条这一条呢，只是在暂时冻结他的退休金请求权。我知道，你现在因为你只在暂时冻结，然后你接下来就有规范原因消灭嘛。对。所以我现在问题是你原因消灭那个定义到底有多大嘛？那如果从我理解你那个第四款缓起诉尚未期满呐、啊，是不包括缓刑期满呐、啊，对不对？如果我的理解。那你如果一直往下推啊，那就一律认为缓刑是不在，即使期满也不在原因消灭的范围之内。那就是即使是他缓刑期满，也不能够领退休金哦。那你们是不是这个意思哦？我只是说哈，就这个部分你们等一下哈，我们逐条的时候最好要考量一下，好不好？因为我对这个没有定见，我只是说我看条文啊，我看不懂。第二个哈，就是你们这个公务员惩戒法的第八条啊，你们认为他不可以申请。退休啊，不可以申请退休的条件是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审理中，对不对？是，这是检任职以下的，检任职以上的是指经监察院提出弹劾啊。是，所以是要经过监察院提出弹劾，对不对？好，那接下来您看一下第六款现行的二十一条修正条文的第六款，第六款它两种情形：一，依公务员惩戒法规定一户惩戒，好。我大概可以理解，虽然条文的用语不同，但是一户惩戒就是等同于送给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审理中了，对不对？这个我想可以比拟，对不对？哈，虽然用语不同了，一户当然就叫他审理了嘛，哈。可是我当然还是希望说用语是一样的。那差异更大的是下面这一个了，
下面这一个，你们在公务员惩戒法的第八条是说要经过监察人提出弹劾。嗯，哦，对，公务员惩戒法有看到吗？有。但现行的版修正条文的版本，不管是赖世葆委员的版本或民进党的版本，是只要送请监察院审查中，对，都不可以，是都不可以退休或之前。对，请问这两个的规定有没有不合？因为是这样子，因为工程法里头所规范的哈，一定要弹劾案成立哈，但是我们是考量到，往往一个惩戒案呢、啊，它可能涉及到的有检任官，有监任官。好，我想这样子了，理由哈，大家都可以再来细究要裁哪一案呐、啊。对，我只是说这两个条文对是不相容的。因为公务员惩戒法是说公务员要经过提出弹劾案才不可以申请退休嘛，那么。公务人员退休法是规定说，只要被送请监察院审查，还没有提出弹劾，他就不可以来申请退休嘛。对，那同样都在规范申请退休嘛。是，这两个规定是不一致的。对，我至少我看起来是不一致啦。那你们的看法呢？是有不一致吧？我们要从严，对，是有不一致啊。那你现在公务员惩戒法规定成这样，而不会有一并去检讨修正公务员惩戒法。那只规范公务员人员退休法， yeah. 我看不懂哎、欸。这个部分是这样，跟我们报告。我也看不懂。当初在修惩戒法的时候，我们部里面也几度提出建议了哈。那因为惩戒法是司法院主管的，啊，我们的意见没有被接受。但我们是在处理退休法这一块，因为感觉这是衡平的问题，所以才会定得比较严。那这个可能也要有一个政策上决定了、啊，就是说。有没有错杀无辜的可能啊？就是说，现在送请监察院审查，对不对？那监察院后来决定不弹劾了，对，哦，那这一段期间怎么办？那我在想象的啦，哈，我在想象就是说，你们用后项去弥补他，说，哎，他原因消灭，如果这可能也算是原因消灭的一种啦，就是说，后来公务员，监察院审查结束，认为不互弹劾，嗯，当然这个还要经过一番解释啦，哦，光看也不一定还看得懂。但是至少可能可以导出一个结论是说，审查完竣认为不互弹劾，就算原因消灭，因此可以溯及申办退休，可能是这个概念。但是至少在我看起来，它是跟现行的公务员惩戒法明白的是抵触的，明白的是抵触的，这两个完全是明白抵触的。宽严不同。那这个部分如果你们不一并送进来，审查，然后把它一并修正的话。我想这样很明显的两个法案的冲突啊，我个人是觉得是从修法的观点的周延性考量是不适当的啦。是因为退休是依照退休法，它不是依照惩戒法退休，主要是回到退休法来。你的意思就不好，这个这算也是一种心结了哈，心还蛮心。市长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是要被惩戒的话，那就依惩戒法；要退休的时候是依退休法。那就看你申请的是什么。我们规范是在他退休。好，请回，谢谢。好，我们接下来请尤美女委员。主席还有我们所有在场的委员及列席的政府官员，大家午安，大家好。主席，我是可以请我们的张部长。好，请张部长。对，好。张部长好哈。今天我们修这个公务人员退休法，那终于呢，把这个所有以前大家所遇到的，一些公务人员他。公务人员违法失职的案件，就像说黄世明啊，还有叶世文啊、许志坚等等。那我们经常看到这些人，他们虽然说犯法了，但是他们就利用在案子还没有确定之前，就赶快办理退休，好，或是办理之前。那这种情形之下呢，就变成我们对这些的公务人员，只要他退休了，那就是没有办法去问他前面的控管，那或是后面的追讨。那这一次呢，就是修这个法呢，把这个漏洞把它补起来，让我们予以肯定。那但是这里呢，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所谓的党职并公职的这个部分。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党职并公职呢，其实是在民国60年的时候呢，
那国民党的这个所谓的民众服务社，那发了一纸公文给这考试院，然后呢，检奉当时的党职并公职年资互相采集的要点，那从此呢，他们就可以党职就并公职了。那这个部分呢，虽然在这个76年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才断言了，就把它停止了嘛，对不对？停掉的。那现在我不晓得说，你所谓的停止，虽然到95年的时候把它整个废止掉，但是到今天，就当年他所谓的党职并公职的这些人，是不是到今天他仍然在领月退的时候，仍然是把它继续算进去？当时我们断言最主要就是说，认为就是说，因为最主要当时为什么会出现采集的，最主要是当时在60年发布了中华民国民众服务总社专职人员及公人员服务年资的互相采集的要点，这是当时最主要一个原因。说这、啊、那是一个行政命令啊， 对不对？那当时确实是个行政命令，不过后来其他陆陆续续有很多单位，譬如说亚盟、世盟都比照了的。没有，那后来我们在国民党的这些赋税组织都一样比较嘛。全部的资料，对，在76年我们实际上采的断言，然后到94年，当时整个做清查过，不过当时在全部在考试院的一个决议，像这些有关社团年资不再并计工人员的退休年资，包括以往退休处分不予裁撤，说当时在95年，当时考试院有这么决定，所以说以往的这些76年以前他已经退休，而且已经有的这党的年资，当他退休的时候，他就实际上在一起合并计算。那你觉得这样公平吗？就是说，在76年之前，因为我跟在座很多委员报告，实际上，别人讲当时这是有他的当时的时代背景。若以现在的，好，那以当时的时代背景，后来停止了，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就是说，好，如果我们前面的不追，前面他已经领了不追，那至少76年以后停止了，他也就不应该再继续领吧？对不对？你说到今天已经105年了，他们仍然在继续把这些年资并在一起继续领，这样合理吗？我觉得当时这个制度在现在看不合理，可是对这个本身这个个人来讲的话，对他们实际上比较不公平。如果当时假如说没有连这个那个合并计算，可能他就不会去了。那我这原因在政府机关，我为什么要去？因为最主要当时有定这个规定，所以有这个诱因，他才愿意去，不然的话他就不会去了。说对这个当事者，平常讲就比较不公平了。当然，你是一直用所谓的信赖保护的原则。但是我们所谓的信赖保护的原则呢，大法官会议呢是至525号曾经也解释过，他说至今呢，这废止或是变更的法规有重大明显违反尚未规范情形，或是法规因主张权益受害者以不正当的方法或是提供不正确的资料发布者，其信赖及不值得保护。那当然就说不是这些人他自己用所谓不正当的方法，而是说在颁布的单位，在当时就说所谓的行政命令，当然当时是在这个民国60年那时候还在戒严时期，当然就是党库通国库等等都是不清的情况之下，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好在76年已经把它废止了，停止了，那停止之后也就不应该再领了吧，对不对？那你到今天105年呢还在继续领，那这里我们再来看看嘛，我们说这个大约就全序部呢，你们曾经呢在102年的时候，你们所提出的公务人员年金改革的方案里面，那年金改革也一样啊，很多人也是他的这个所谓的退休金，他的所谓的替代率也很高啊，对不对？所以你们里面就针对说已经退休的公务人员，那要调降他的所得替代率。那如果依照同样的这些的原理，对不对？他也是信赖保护啊，对不对？我退休的时候你给我这么高的所得替代率，凭什么你现在年金改革的时候要把我的所得替代率把它降下来？那一样嘛，我当时我退休的时候是这样，当时我完全没有任何的违法，是你政府给我的用这样的一个计算的所得替代率让我去领。那今天你年金改革，你要把它逐年的把它所得替代率把它降到这个本俸的 1.6 倍，那你觉得说这个才符合公平正义？那为什么在当年这个所谓的党职并公职的这些人，对不对？那他到今天他都不用所谓的逐年，或是说好到哪一年逐年的把它降下来，是不是？我想原理是一样的嘛，对不对？为什么对于这些所谓的公务员，那我们在年金改革的时候，你们全序部就觉得说，哎，要符合市制大法官会议525号的解释，所以呢，我们逐年的主张要调降他所得替代率呢，兼具新旧制年资者，逐年调降其新制退休金的基数内涵为本俸的 1.6 倍，来符合大法官会议市制625号的解释。所以同样的原理，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应该？
我们不是说你全部都要一下子把它处理掉，因为这会影响到人家的生活，但是不是也应该要逐步的让它慢慢的公平，否则的话对在后面的人，你我一样啊，当年也是党职并公职，结果现在76年以后我也不能够领啊，我也不能够算啊。对，有问我跟你报告啊，当时实际上当时在定的年资采集的要点里面，它是相互采集的。我的了解，实际上也有工人年资在国民党党部里面退休的，只领党的有关退休金，这是一种。那第二个，实际上现目前就是说，我们调查到我最新的调查资料，现目前来讲话，还剩余的总共只有243个人。在243个人，如果假如说年资不能够采集的话，这里面有61个人，他就不能够成就退休条件了。我想这个部分就是说属于党的部分，党应该给退休金。我们用的就是说，你不能够把它用公务员的退休，并没有说你不能够用党的啊。所以这部分也可以用一个设计，你党部的再加上国民党资产那么多，你用国民党的再加上这个所谓我们公务员全民来负担的部分，这两个并起来对当事人并不会有影响啊，对不对？我想制度是人设计的，我们要符合公平正义。你不能够说哦，发生在当时的情况，所以我们今天两手一摊，即使到了这个2000年，一样啊，他们都要继续领。这对于后面的人是不公平的嘛，对不对？因为我知道现在目前实际上大概在审查有关政党法，那有关这部分实际上你们也在进行讨论，到时候实际上就看大家讨论的结果是如何。然后再做处理，对。好，当然我们会在那一部分来处理，但是因为我们今天在修这个所谓的公务人员退休法嘛，对不对？对。所以在公务人员退休法的话，我们刚其实就是在所谓的在追求所谓的公平正义嘛，不然的话，这些人为什么就是说他们犯了这个罪，他们原来在公务人员退休法里面也没有，他还是一样可以退休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就说，不用写你犯了这渎职罪，犯了这所谓的贪污职务治罪条例的，对不对？我前面就先把你说你不能够退休。对不对？或是呢，你这个你退休你也不能够领钱，然后呢，这个你只能够先停止，那停止领二分之一的钱，那等到你将来如果判罪确定的时候，我还可以去帮你追。所以事实上，我们就是在寻求所谓的衡平嘛，公平嘛，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说好这个所谓的党职并公职，你属于党的，你就应该就像私立学校，私立学校退休也叫私立学校给钱啊，不是叫全民去买单嘛？那一样的，这些人不应该由他们来受害。但是你今天党部跟这所谓的国家，哎，还是要分开分清楚。所以这两个之间怎么样去把它渐进的去把它处理，是不是我们全叙部也应该处理一下吧？对，我想，因为最主要就是说，总统府未来总统府会成立一个年金改革小组，年金改革小组各党各派各相关人士都会参与，那这个可能也是其中讨论的一个重点之一。到时候听看整个年金改革小组它的决议怎么样，然后就依照决议去处理。好啊，当然会去处理。我们也希望是说，我们全叙部是不是也有一些的，对，我们全叙部就配合一些想法，整个一些设计嘛。对啊。OK， 好，谢谢。好，谢谢。来，部长请回。我们接下来请周春明委员。还是请有请张部长。请张部长。各位好，嗨，部长好。我们今天主要就是审查这个公务人员退休法嘛，哈。那现在这个24条之一，照赖委员的版本，还有本党的版本，这两个是一致的。对，大概就是规范在说，他在退休后，那有犯这个贪污治罪或者刑罚的渎职罪章，判决确定后，那我们还是可以追回他的退休金嘛，哈，或者是剥夺，或者是减少。那现在请教张部长。实务上怎么执行？如果今天这个法令修正后，我们是发一个行政处分一个函，然后请他缴回吗？行政那个实务上要怎么来执行？那我请女士长说明一下好了。好，女士长说明一下。是的。鲍委员，这个将来是这样啊。嘿。一个个案，那么可能我们退休案先核，有可能惩戒那边先决定，对不对？对。那不管是哪一个先核，最后就是看这两个。处分结果哪一个重就从其重，就从其重。哪一个重？就假定说，那这样子会不会很容易脱产啊？不会了，因为因为你就在等待啊，你不是说先，如果说像你们公务人员退休这部分来处理，你们看到有罪判决就可以做决定了嘛？那惩戒那边他要经过一定的一个审理程序嘛？对。你们的标准只是看说今天他的有罪判决，他的刑度是到哪里？那个标准大概就是在哪个范畴内去追嘛？对。那你们现在就说你们下了这个处分，
叫他要缴回的这个决定，还要等那个公务惩戒那边。不会。那如果那边比这边轻，你们再来执行你们这边。不是，不是，我们这边如果核定了，我们就会照我们核定的结果去执行。那如果惩戒那边事后才决定，对，事后决定比我们的还轻，那就照我们的，我们就早就执行了。那事后比你们重。如果是我们的比较轻，它比较重，对，我们在核定的时候就马上执行。惩戒那边如果事后决定比较重，而且回到惩戒那边去用从重的方式。所以现在就是统一，就是一个结论，就是核定后就马上执行，对对对，是不是？核定后就执行。那现在因为大概这个法律大家都有共识了嘛，哈。是。我看你们在大概一两年前有提出这样的版本嘛，哈。那现在说你们有没有去统计？因为这个很明确嘛，就是涉及到贪污罪或者刑罚的渎职罪章，把有罪判决拿出来，有没有去统计大概可以去追的，你们可以核定的有几件？我们最近大概这三年来哈，平均大概都三十几件。三十几件。平均都三十几件。三十五到三十九，大概是这么多。那其实还是一个可想见的一个现实的问题啦，因为这些人，就是说这些。将来有就是会被追缴的这些人，你们认为有没有脱产的可能？因为这些人哈，老师，因为实际上我们退休核定啊，好，大概有，对不起，大概有八九成都是领月退休金。月退。那如果这个人真的要去追的话，原则上哈会，如果追不回来，会从他将来未来的月退休金去扣回来，所以一定扣得到，一定追得回来。将来的月退，那将来月退不是就要停止了吗？如果有这样的事由的话，他扣除啊，除非是他犯第一款的那个，完全剥夺的，完全剥夺。如果是后面扣减的那个东西，一定扣得回来。就是还是扣一部分，然后他可以领的，再把它追缴就对了。对对对，好，那刚刚大家有提到这个公务员惩戒法了哈，我们现在来比较一下，我们这个二十四条，公务人员退休法二十四条之一啊哈，我们这边当然是前提是要犯贪污罪还有渎职罪章嘛，哈。那另外一个前提就是未经依附惩戒或者提起弹劾嘛，它的范围就是现在这两个部分跟公务员惩戒法的范围比较大是有所区别的嘛，哈。那但现在就是说，在我们公务人员退休法之前，贵部有提一个版本，就是那个效果啦，哈。一个是剥夺，那就完全都不给，完全拿回来；一个减少退休金，那之前你们的版本是20%以下，那现在公务人员惩戒法那边是它也是两个标准，一个是完全剥夺，然后一个是10%-20%，他们去做裁量。那我们现在这个两，包括赖委员还有我们本党提出来的版本是分得更细。分得更细哈，那刚刚那个贵部给我们的说明，大概只有严跟宽这样子的一个比较，那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理由或者学理上可以再说明一下吗？因为这个部分哈，这个本来我们在拟定这个条文的时候，原则上是为什么它第一个版本是20%上限？对。那后来所以再加了一个 range 50%，其实也是在这个地方审查的时候，当时。这个民进党的委员有提议啊，希望能够再加一个 range， 所以加到50%啊，加到50%再扣一个，所以基本上呢，本来我们想跟惩戒法其实是一致的了哈。那后来因为这个贵委员会啊，在当初上一届委员有人提到说再加一个 range 50，所以才会变成现在有不同的 range 在这里了哈。那么所以也才会在条文里面加一个所谓从重处分的规范。从重对对，就将来大家如果处分结果不一样，那就看哪一个重就从那个重。所以是两个机关两个单位都可以做处分的嘛？你们这边就依照公务人员退休法去做核定，没错没错。然后公务员惩戒法那边就依照他们的规定去做，对没错，做处分，然后再来比较哪一个轻哪一个重，是对。那所以这样就没有所谓的矛盾嘛，只是从轻从重的问题。是。那我在你们的这个说明里面，你们有就我们这个今天提出来的审查版本，你们是有修正说自始嘛，哈，不是从他的判决确定的时间算嘛，哈，是不是可以再说明一下？好，就这边。对我们这个自始，就是说这个案子假定说了哈。
这个人已经退休了，他也领过退休金了，可是案子确定判刑确定是在比方说三年后或者四年后，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追溯到他退休生效日那一天，该扣减50%就扣50%，扣20%就扣20%，追溯到他退休生效日那一天。是判决哦，对，所以就是说他那个要扣回来的这个总额的计算是从自始退休，对，退休的时间算，那不是从判决确定之日起算。那通常是退休比较早嘛，哈，像这个条文我们规范的是 早退休的嘛，哈。好，那再请教部长一个问题哈，就是在二十一条我们这个第四项吧，这边有一个想说第一项第二款，第几项？二十一条这个我们提出来的审查版本哈，第一项第二款到第七款人员欲借退日者，那应于原因消灭后6个月内来申请办理退休。那如果是6个月内他就死亡，是遗族来申请吗？是。那当然就是按照一定的，按照不比例吗？还是他可以请领整个退休的？原则上哈，如果他是这个人已经成就月退休金的话，那么他的遗族就可以改领月抚慰金。那月抚慰金就是退休金的一半。退休金哦，就变成抚慰金就对了。对对对。好，谢谢主席。好，谢谢周委员，谢谢部长啊。好，接下来邱志伟委员不在。好，所有登记发言委员均已发言完毕，询答结束。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尽速送交个别委员及本会。委员林德福等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机关以书面答复。好，我们现在要来进行这个条文哈，那么请宣读提案条文。那么宣读提案条文之后，我们会休息5分钟。那么利用这个宣读的时间呢，刚才这个顾委员提了21条的那个问题啊，那么我这个法制局那边是不是可以跟顾委员稍微研究一下？好，然后呢，23条的部分啊，因为全序部是比较支持这个赖委员的提案，但是可能请法制局这边也看一下啊，因为23条啊，原条文跟第八条的第一项的第一款、第二款，还有第23条的第四，现行条文的第三款，好，这个本来这个条文的文字大概是一致的，规定是一致的。那么如果照赖委员的提案的话，就这个规定就会变成不一致了，可能研究一下，好不好？我们等一下再来处理。好，我们请宣读条文。请参看条文对照表。委员赖世葆等19人提案第21条，公务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全序部应不受理其退休申请案：一、留职停薪期间；二、停职期间；三、休职期间；四、动员戡乱时期终止后涉嫌内乱罪、外患罪，尚未判决确定，或不起诉处分未确定，或缓起诉处分尚未期满；五、涉犯贪污治罪条例或刑法渎职罪章之罪，经第一审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以上之刑。六、依公务员惩戒法规，公务员惩戒法规定移付惩戒或送请监察院审查中。七、其他法律有特别规定，前项第四款至第七款人员自届龄退休至持生效日（括弧以下简称届退日起），应先行停职。第一项第二款及前项人员自届退日至原因消灭之日，得比照停职人员发给半数之本（括弧年供奉）。第一项第二款至第七款人员于届退日者，应于原因消灭后6个月内，以书面向原服务机关申请办理退休。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仍不得办理退休：一、
撤职或免职；二、六个月因办理期限届满时，仍有第二十二条所定丧失办理退休权利之法定事由者，前项人员与所定六个月因办理期限内死亡者，遗嘱得申请依一次退休金之标准核发给予，但退休条件已达则领月退休金，且其遗嘱符合第十八条第四项所定条件者，得按应领月退休金之半数给予月抚慰金。前二项人员均以其届退日为退休生效日，但休职人员应以原因消灭并经权责机关核准复职之日为其退休生效日。前项人员依第三项规定所领之半数本括弧年供奉，应由退休金支给括弧发放机关，自所发退休给予或抚慰金中何时收回。民进党团提案第二十一条部分，公务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而申请退休或资遣者，应不予受理。以下第一款至第七款，第七款第二项以下至第七项，均与委员赖世葆等十九人提案同。委员赖世葆等人十九人提案第二十三条，责领或兼领月退休金之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停止领受月退休金之权利，自其原因消灭时恢复：一、犯贪污治罪条例或刑法渎职罪章之罪，经判刑确定而入监服刑期间；二、褫夺公权而尚未复权；三、因案被通缉期间；四、领受月退休金后，再任由政府编列预算支给奉括弧薪给待遇或公费（括弧以下简称薪酬）之机关构或团体之职务，且每月支领薪酬总额超过法定基本工资；五、在任下列职务且每月支领薪酬总额超过法定基本工资者，括弧一、行政法人、公法人、政府原始捐助赠或捐助赠经费累计达财产总额20%以上之财团法人，或政府及其所属营业基金、非营业基金转投资金额累计占该事业资本额20%以上之事业职务，括弧二、行政法人、公法人之政府代表，括弧三、受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其人事、财务或业务以下列团体或机构之职务或政府代表或公股代表：一、财团法人及其所属团体或机构；二、政府及其所属营业基金、非营业基金转投资或再转投资事业。本法修正施行前，责领或兼领月退休金人员已在任前项第四款及第五款职务，且每月薪酬总额超过法定基本工资，而无需停止领受月退休金之权利者，于本法修正施行后三个月内，仍照本法修正施行前之规定办理。未依规定自在任之日起停止支领月退休金而有意领情事者，应由支给机关依法追缴自停止支领日起意领之退休金。责领或兼领月退休金之人员，在任第一项第五款所列机构董理事长及执行长者，其出任年龄不得逾65岁，任期届满前年满70岁者，应即更换，但有特殊考量，经主管机关核准者不在此限。领受月抚慰金之遗嘱有第一项第一款至第三款情形者，停止领受月抚慰金之权利。民进党党团提案第二十三条，第一项前段及第一款至第三款，与委员赖世葆等十九人提案同。第四款与现行条文第二款同。第五款与现行条文第三款同。以下第二项至第七项与现行条文同。
委员赖世葆等十九人提案第24条之一，公务人员在职期间涉嫌贪污治罪条例或刑法渎职罪章之罪而未经停免职，亦未经移付惩戒或提起弹劾者，于依本法退休、资遣或离职后，始经判刑确定时，应依下列规定剥夺或减少退离给予：一、经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确定者，应溯及剥夺其退休给予，及其已知龄者，应追缴之；二、经判处有期徒刑3年以上、7年以未满者，应自判刑确定之日起减少其应领退职退离给予之50%；三、经判处有期徒刑2年以上、3年未满者，应自判刑确定之日起减少其应领退职退离给予之20%；四、经判处有期徒刑1年以上、2年未满者，应自判刑确定之日起减少其应领退离给予之10%。前项人员受缓刑宣告期满未经撤销者，自宣告期满后不适用前项第3款及第4款规定。第一项人员因同一案件与其他法律有较重之剥夺或减少退离给予处分规定者，从其规定。第一项锁定退离给予，应按最近一次退休、资遣或离职前任职年资核给，其内含包括以下各项给予：一、依本法支给之退休金、资遣给予以及依第30条支给之补偿金；二、公教人员退休金及其他现金给予补偿金、发给办法之补偿金；三、政府拨付之退抚基金费用本息；四、优惠存款利息；五、遗嘱抚慰金。第一项人员在任公务人员时，其依第一项规定已受剥夺、减少退离给予之任职年资，于重新退休、资遣或离职时，不予计算。退休人员曾依第一项第2款及第3款规定减少退离给予者，于在任公务人员，并依本法重新退休、资遣之年资，连同其已受减少退离给予之任职年资并计后，以不超过第9条及第29条锁定最高采集年资为限。依本法退休、资遣后始受降级或减俸处分者，应自收受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会议决书之翌日起，改按降级或减俸后之俸薪级及俸薪额计算退休、资遣给予。本法中华民国某年某月某日修正施行前有第一项及前项规定情形者，不适用修正施行后之规定。民进党党团提案第24条之一，第一项前段与委员赖世葆等19人提案同。第一款，经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确定者，应致死剥夺其退休退离给予，其已知龄者应追缴之；二、经判处有期徒刑3年以上、7年未满者，应自判刑确定之日起减少其应领退休退离给予之70%；三、经判处有期徒刑2年以上、3年未满者，应自判刑确定之日起减少其应领退离给予之50%；四、经判处有期徒刑1年以上、2年未满者，应自判刑确定之日起减少其应领退离给予之20%；以本法退休、资遣或离职后，始经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依公务员惩戒法规定判决剥夺或减少退休职务金者，应自判决书送达受惩戒人主管机关之翌日起，照所受处分剥夺或减少退休职务金，其已知龄者应予追缴之。但依前项规定受较重之剥夺或减少退离给予者，应自判刑确定之日起改按前项规定办理。
第一项人员受缓刑宣告期满未经撤销者，不适用第一项第四款规定。第四项部分与委员赖世宝等十九人提案第三项同。第五项与委员赖世宝等十九人提案第四项同。第六项与委员赖世宝等十九人提案第五项同。第七项为退休人员曾依第一项第二款至第四款规定减少退离给予者，于在任公务人员并依本法重新退休之遣之年资，连同其已受减少退离给予之年任职年资并计后，以不超过第九条及第二十九条锁定最高采集年资为限。第八项为依本法退休之遣后始受降级或减俸处分者，应自判决书送达受惩戒人主管机关之翌日起，改按降级或减俸后之俸薪级或俸薪额计算退休之遣给予。第九项与委员赖世宝等十九人提案第八项同。宣读完毕。好，我们现在休息五分钟。
对吧？市长，你们谈差不多了吧？好，好，各位同仁，我们现在开始逐条审议啊。那么，今天我们有两个提案的版本，另外呢，有全序部表示的意见啊。我们就一条一条来处理，因为条文不多啊，但是有点复杂哈，所以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先初步达成共识哈。好，我们现在从21条，来，我只是说明一下，就是说21条刚刚了解的看有没有错，再就教一下那个应该是全序部嘛哈。那现在就是说，原来的现行条文的第4款，动员戡乱时期重责涉犯这个内乱外患的部分呢，它如果依照现行的条文，它缓起诉并不会剥夺他的领这个退休金的资格嘛，对不对？它只是暂时的冻结嘛，对不对？但是如果缓起诉期满确定之后，他还是可以领退休金嘛？那所以现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如果他犯内乱外患罪，那他后来判刑确定，但是他有缓刑，他按照公务人员退休法的22条的规定，有一个第2款说，涉犯内乱外患罪者，经判刑确定是就完全丧失领退休金的资格了。那所以现在第一个问题，因为跟后面的问题有关，就是说，那如果经过判刑确定，但是有缓刑，那这样他是不是完全丧失领退休金的资格了？这一个部分是，他就丧失了。那他缓起诉没有丧失，缓刑就丧失。那这个从立法的严格来讲，我不是很清楚，但我想象。因为缓起诉是后来才有这种制度嘛，缓起诉以前没有啊，哦，啊，这个公务员退休法一定很早很早就规定了，那所以当时就认为说啊，缓刑确定也不能够领退休金，但后来刑事诉讼法发明了缓起诉制度之后呢，那你们认为缓起诉确定呢，只要缓起诉期满就可以领退休金，但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缓起诉跟缓刑拢共款啊，因为结果是缓起诉期满。就这个就不能够再为起诉或者罪这个罪就消灭了，那缓刑期满也是罪行的宣告都失效啊，只是看你在什么阶段，有一个阶段是在检察官前面哦就被缓起诉，有一个阶段是在法院面前就这个阶段就缓刑，那结果你面临两个完全不同的命运，一个还在等来念啊，一个啊就拢无啊，这个。这个我实在觉得有一点怪怪的，然后这第一个问题了哈。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加上第5款，说涉犯贪污治罪条例或刑法渎职罪章之罪，经第1审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以上之刑。那刚刚沟通的结果，我只是想要再确认一下，他如果经过犯贪污罪条例或渎职罪章的罪。经过第1审判处有期徒刑之刑，他暂时不能领，但是他后来判缓刑，不是后来，他第一审可能就判了缓刑，后来就缓刑一直挂着，然后后来就判决确定了，那他到底还能不能领？那刚刚沟通结果是说，只要他没有被撤职或免职，就还可以领，哦，那他会不会第一个他会不会被撤职或免职？这第一个对不对？那你们撤职免职的条件是什么？那如果他不会被撤职或免职而可以领的话，那相较前面的那个内乱外患哦，缓起诉期满可以领啊，缓刑期满不能领哦啊，有点啊，是不是有一点不是很能够理解哈？哦这个之间为什么要做这些样的一个区隔？这是第二个问题了哈，就是说，是不是会被有缓刑，是不是会被撤职或免职？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就是说，刑法渎职罪章的罪哈，太阳很多啦，贪污治罪条例的罪都比较重，这个大家都能够理解，这也应该的。
那刑法渎职罪的章的罪齁，大家都很清楚，其中用的最多的就是泄露国防以外机密罪啦。泄露国防以外机密罪，大家可能不太清楚有多广哦，广到不得了的广哦。这个 只要是这个啊，其实很多，比如说这个啊，警察有可能泄露前科，泄露个资，户籍人员泄露户政资料，户政资料等等，这个都是泄露国防以外机密罪哦，啊，可能都不能领哦，啊，可能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啦，哈啊，打击面有没有过广的问题？这个这是不是一并来回答一下？好，那但是我先提醒一下，因为这两个案子都不是全序部的案子啊，都是我们党团跟委员的提案了哈。那只是因为这个全序部有表示支持，那当然这个现在委员的问题是说，如果照这样子的话，你们在实务上会不会遇到困扰？有没有困难呢？好不好？好，好，不是要请你做立法意志的说明。来，那个主席，不好意思，我就请周委员接顾委员的问题，我再追加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他缓刑期满，那他有褫夺公权的话，那这个样子他也就不能领嘛？这个部分会请一并解释。来，来，请市长。这个缓起诉这一块哈，我们在丧失这个请求权这个部分是没有规范。那么当然就跟刚刚跟顾委员讲的没错，因为当时二十二条的规范，那时候还没有这个所谓缓这个缓起诉的这个机制嘛，当时没有。那可能这样子，我们可不可以留下下一个阶段修二十二条，再回头来处理这一块？哦，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就是那个渎职罪。撤职的部分要看惩戒法，因为那是惩戒法规范才有撤职，在我们这个任用法这一块是没有撤职的，是没有撤职。那免职的部分呢，在我们现行任用法规范了，该免职的就是贪污罪，确定有刑判刑，有刑然后判决徒刑，确定贪污罪，那是不得再任公务员，一定要免职，是一定要免职。那至于渎职罪，在我们任用法上是不会让他免职的，原则上不会，好，原则上不会，所以这个涉及到贪污才可能啊，渎职不可能。那另外一个渎职罪这一块，因为刚刚我们讲的也没错了，因为他渎职罪很多种，那轻重不同，这个是为什么当初我们在考量要扣减退休金的时候呢，要有分不同的 range， 不同的等级。那轻罪，甚至于我们的第四款是，如果这个人他有涉及除了主刑之外，他有一个从刑所谓的缓刑，那缓刑我们通常也就等到缓刑期满了，还是允许他领退休金啊。那第三一个综合说明的是，我们二十一条规范的是暂时冻结退休金请求权，等到他事情完整没事了，他可以恢复原来的身份，是补办退休也好，那现职人员就允许他退休，所以这一块不会影响他的退休金请求权。所以二十一条只是暂时冻结，不是剥夺，所以这是一个。那刚刚这个周委员提到那个褫夺公权，褫夺公权就是不得担任公务人员，已经退休的如果褫夺公权，在褫夺公权期间，他的退休金就要停；如果褫夺公权终身，就终身不能领退休金。对，比方说褫夺公权五年，这五年之内就不能领退休金，五年过后他就可以恢复。可是如果是终身褫夺公权终身，这个人就一辈子都不能领退休金。一次退现在这样子，本来现行规定对这种一次退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可是我们现在修法以后呢，如果他被我们用二十四条之一去框，他被判刑确定了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是五到七，或者是三到五，这个都有扣减，而那个扣减呢会致死追，从头追，他就追得回来。就是说如果他是犯贪污罪条例的罪啦，对，但是他可能贪污的财物相当轻微啦，是，那可能只有几万块，对，那但是好像后来他又缴回所得，然后又判缓刑，对，那按照现在的规定，他还是应该会被免，不能再任公务员啊，他即使判缓刑，可能也不能再任嘛，对不对？他如果是缓刑，缓刑期满是可以回来的，对，是，对。
可是刚刚市长不是说是贪污判刑，贪污判刑，他贪污判刑啊，可是他贪污可能是2000块啊，比如清洁队员，那个是没有缓刑的情况下，那如果有缓刑呢？有缓刑是可以回来的。哦，对，对，贪污罪判刑确定，而且是有刑，他没有缓刑，没有缓刑的是一定是不能回来，要免职的，但如果有缓刑的是可以回来的。对，对，就有缓刑的缓刑期满可以再回来，对，可以再回来。但是如果没有缓刑的话，就当然免职，不管他判多久。对对对，是贪污罪就不行。对。好，那各位同仁的意见呢？我先跟各位说明啊，我们要有一个版本作为基准啊，因为赖委员的提案，我们会务人员告诉我说是以前这个全序部的案子，但是因为全序部的案子本来是整本的这个，那现在把几个条文拿出来，那这样子是不是会有一些疏漏啊，这个我们不知道了哈。所以我的建议就是用民党的版本作为讨论的基准，好不好？好，但是我们参酌这个包括赖委员跟全序部的意见。21条的部分啊，各位请看这个民进党党团提案的第一项啊，他把原来的条文修改，我是不太清楚为什么要这样改，就是说，有下列情形之一而申请退休或资遣者，那本来是说全序，有下列情形之一，全序部应不受理。那这个全序部拿掉了，会不会有影响？那全序部的意见有没有影响？对，因为这是核定权啊，退休核定案，有的是我们授权到，比方说交通事业或者是警政署，有一部分是授权给他们，所以这个时候把全序部拿掉是 OK 的。就 OK 的嘛，哈。那资遣呢？把资遣放进去。把资遣放进去，因为本来这个本法第7条第六项是处理资遣嘛，有对于原来21条第一项有规定的明定不能受理资遣，那所以这个部分要不要再把资遣要放进去？放进去还是要放？好，所以呢，21条的这个修正，公务人员第一项就公务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而申请退休或资遣者，应不予受理。所以全序部意见是照这样修比较好，对不对？好，那么另外呢，第5款的部分呢，跟国民党党团的版本不一样。国民党党团是涉犯贪污治罪条例，民进党的版本是涉嫌贪污治罪条例。那个这个差别是什么？犯比较好。来，各位同仁的意见呢？一般讲涉嫌在侦查中啦，所以应该是涉犯比较好啦，因为他讲的是指第一审法院判决嘛，所以当第一审法院判决的时候，一般是用涉犯而不是涉嫌。好，那我们第5款这个用赖世葆委员的版本涉犯。另外，请各位看哦，这个第几项？第3项啊，写第1项第2款，然后顿号第4款至第7款，人员至届退日等等这些啊，这个如果我们这个是21条的这个条文了哈，可是如果我们拉回到这个现行条文的，像第7条第6项，它有准用21条第2项到第4项的规定哦，这个项次就会有调整了，就因为它21条的这个项，如果那你第7条你要准用的这个项次就要调整，这个可能要说明一下。我不建议用民进党这个版本，是用那个代文那个版本会比较好，前项的就不会有那个。也一样啊，因为你这个项次，你它第2项到第，你现在这个会没有影响吗？你现行条文跟修正之后的条文的项次有没有影响？
那个内容是一样的啦，因为它前项一样是前项第四款到第七款，是啊，那跟数字没有关系啊，就内容是一样啊，他只用前项人员，那前项人员就是前项的第四款到第七款啊，那前项的第四款到第七款就是我们所写的第一项、第二款、第四款、第七款到第七款。好，以后要修嘛，哈。那所以我们以这个法律在用的时候会不会有问题？不会有问题，不会有问题啊。那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好，如果没有意见，那请问一下，第三项的这个部分是用赖委员的提案还是用民进党的版本？要第一项第二款及前项人员，或者第一项第二款第四款至第七款人员。是前项人员啦，嗯，因为前项人员在停职期间他发给这个半数的本供奉嘛，那再搭配那个第一项的第二款也是停职期间啦，这样可能文字上，那民党版本为什么要特别把，为什么要把第避开第三款，会不会有影响？哦，都没有，两个都没有第三款。好，了解。好，好，那我们来这个大概就是跟各位说明啊，二十一条的修正就是第一项用民进党党团提案的文字。然后呢，第五款用赖世葆委员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然后呢，第三项的部分用赖世葆委员的提案，第一项第二款及前项人员至届退日至原因消灭之日，得比照停职人员发给半数之本刮胡年供奉。这里要不要比照停止人员，还是说就直接讲得发给半数之本俸、啊、来，那个全序部的意见，意思是一样了，但是这个因为限制人员有这个东西的，他这些人是因为不借的。好，好，我们用这个赖世葆委员的提案的这个在第三项的说明哈。好，这样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是不是可以说明一下移付惩戒跟移送惩戒有什么差别？那请说明。哦，好。所以就移付嘛，哈，移付惩戒法是移付惩戒嘛，哈。戒法是移送。是移送还是移付？查一下好不好？好，移送哈，所以我们要把它第六款嘛哈，依公务员惩戒法规定移送惩戒。移送，移送惩戒哈，好，那我们都记下来了哈。好，我们第二十一条就修正通过。哎、欸，还没，还没。啊，还没有，那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来。这个第几项？一、二、三、四，第四项的那个第二款呢、啊？哈，就是第一项第二款到第七款人员却退休者，因为退休六个月领书面恢复等退休单，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办理退休嘛哈？那里面的第二款就六个月因办理期限届满时，仍有二十二条锁定丧失办理退休权利之法定事由。那二十二条锁定的法定事由就没有贪污跟那个渎职的这个部分啊，所以这里是不是有问题？
贪污罪就免掉了，那渎职的话没有免，没有免就可以领，就可以领贪污判缓刑，也还可以没有被免职或撤职就可以领掉。好，各位同仁还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的话，我们21条修正通过。那刚才群训部说明是这个，缓刑的那个部分，就是要修22条的时候再来处理吗？好，好，我们现在处理23条。23条的部分，刚才这个有请法制局研究一下跟第8条的文字的问题，能不能说明一下？报告委员。那个现行的公务人员退休法的第8条，它是在它的分成3个目，那它跟这个他们建议条文在第3目的地方，它是直接写把第3目没有分再分成次。那如果各位看到手上的赖委员的版本，它是把它分成2个次。那全讯部后来建议的条文呢，它是认为说关于证。某一个个案证交所那个部分，因为它不是转投资的部分嘛，所以他认为他们把它调整为，如果各位看全讯部的建议条文，他是把他的第3目的第2次变成事业机构及其所属团体或机构，差别就在这个地方，因为原来的第8条的地方是有包括转投资，那这个是他们为了因为。我们23条的立法目的是为了避免领双薪啦，所以那个可能那个范围要宽一点，这样子这样的情况才不会发生。这个是全序部的说明。那当然站在法制作业上来讲，未来在调整通案调整的时候，第8条可能是配合一起修正会比较适当的。以上。除了这个之外。全序部要不要说明一下，为什么会觉得照民进党团的版本会过于严格？23条，现在是23条。好，所以法制郭市长，您的意见是，您的意思是说，全序部的意见是改了哪一个部分？他是以赖委员的版本为基础，然后他是在他的第一项的第5款的第3目的第2次，这边去做调整，也就是赖委员的版本本来是写成政府及其所属营业基金、非营业基金转投资或再转投资事业。那他们是建议直接把它调整成事业机构及其所属团体或机构，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没有转投资，但是是属于附属事业机构的意思。好，另外一个是在他们的23条的第1项的第5款那个超过法定基本工资，在赖委员的版本也有这样的字眼。那我们查了一下，所谓法定基本工资，只有在中小企业发展条例的36条之2有这样的用语，但是在劳基法的21条，还有就业服务法那边，它是用基本工资，没有法定2个字。那这部分请委员再合议决定，谢谢。所以来，你的顾委请教一下，就是说，按照全序不改的事业机构及其所属团体或机构。跟现在不管是赖世宝委员或者是民进党版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该次是吧的那个宽窄是如何，能不能做个说明来作为记录啊？浩文，现在这个原来这个5款3目的第2子目啊。原来是要有转投资或再转投资事业，换句话说，政府一定要去投资。那这个规范呢，会让变成是有些人呢，比方说像我们刚刚举台湾证券交易所、兆丰银行、第一银行，这个政府是完全没有投资的，但是
政府对这兆丰或者是第一银行是有绝对的直接或间接的控制权。那按照我们23条原来的立法原意，就是希望能够这个避免有双薪的现象，而能够掌握到这些人。怎么因此呢？按照23条的立法本意，我们才会把它改成为事业机构及其所属团体或机构。那这个文字改了以后就很清楚，政府即便是投资零，但是呢，政府还是可以直接或间接控制到它。像我们刚刚举的兆丰银行、第一银行，我们政府就可以用这个子目来框住它。好，那才会达到我们23条的立法目的，不要有这个双薪的问题。等一下，你的意思是说，兆丰银行跟第一银行这些政府没有转投资，但是政府是可以控制的？因为我们所谓直接或间接控制，它是有公股嘛？还是？对，因为直接或间接是它的人事、财务或者是业务，任何一项哈，这三者中间有哪一项政府可以管得到？嗯，我们就应该管得到它。所以退休人如果到这种事业机构去，他就要停月退休金。所以你所谓的事业机构，就是指说政府它能够就人事、财务或是业务其中一样能够控制的，就是算事业机构。对，管到人事、财务或业务。对。又像这个证交所或者柜买中心，或者像什么吉宝啊什么，这个政府都没有投资的。对对对。那如果照这样的话，你这个条文变成，譬如说。赖委员跟民进党的版本里面都有提到受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或间接控制其人事、财务或业务之财团法人，财团法人新这个民进党版本，财团法人、行政法人、公法人。对。到第二幕去了。其实我们现在这样调整没有违反原来23条的那个立法原意了，是没有违反了哈。现在就是我请问， yeah.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会，我跟各位同仁请问一下，我们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要用哪一个版本的条文会比较好？刚刚讲的那个，刚刚那个主席所念的哈，就说。任职政府就直接或间接控制其人事、财务或业务之财团法人、行政法人、公法人，那这个部分有没有包括在你所谓的事业机构及其所属团体或机构？因为原来哈，比方说民进党团的这个版本哦，它的文字会让人家会有不同的解读，会有不同解读。那赖委员这个版本是清楚，会是清楚，但是它的第二子目啊。会涉及到像我们刚刚举的那些例子，人家就说那个没有，政府没有投资。那其实当时的立法目的就是不准有双薪，啊，所以我们应该回到我们现在从你的这个条文就完全框住，那范围会比较广。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所谓的事业机构及其所属团体或机构嘛，哈，对。那这个里面有没有包括所谓的财团法人，或是行政法人，或是公法人？我们现在这样子，民进团党团这个是。再续看看一下第五款啊、哦，行政法人第五款那个序文啊，嗯，挂政府投资税，第五款的序文其实是有的啦，啊、哦，是有的。你看这个序文跟我们现在第五款的第三幕啊，民进党团的这个第三幕文字在重复了，看到没有？文字是在重复的。意思他们在他们的报告里面的后面所附，等于是说。这一条的建议的条文其实是以赖世葆委员的那个文字为主，而不是以民进党团版本的文字啦，是是是，然后再去做调整。对对对对。因为这样调整下来是清楚了，不会人家有不同解读了。跟各位报告哦，这个条文哦，其实，坦白讲，这个赖委员的就这个
规范的范围啊，跟民进党党团的版本其实相差不大。对。那全序部这个意见当然是比较更把它的这个框的更广一点，但是我是建议各位要决定的是要不要要去处理这个比较大差别是那个基本工资的门槛吧。也就是两个版本的比较大的不同是，赖委员的版本里面有那个基本工资的门槛，但是民进党党团的版本没有这个门槛。所以呢，如果照民进党党团的版本的话，即便你再去领的这个钱啊，譬如说只有一个月只有一万块，啊，一个月只有一万块，那你也这个退休金就不能再领了。好，那这样各位可能要决定的是这个部分，我觉得比较重大了。你至于说这个到底这个是不是照这个全序部的那个团体，我觉得还好了。看看大家意见。对，因为我报委员哈，这个我们所以要加一个基本工资，是将来在执行面上哈会比较好执行。那否则如果照民进党这个版本下来，我们到时候会找了半天查半天，未必查得出来。因为这个人如果到比方说一个政府完全没有投资的事业去，他到时候告诉你说，我在那里工作，我一个礼拜只有两天三天，那这个东西呢，因为我们就是书面审查，我们如何去求证他是两天三天，就要靠这个服务机关去查，要不然就是他在任职那个机关告诉我们，但通常在任职那个机关要袒护这个人就不告诉我们，所以执行下来会非常的麻烦。那么因此我们才会希望说给一个金额，那不管他到底是一个礼拜或一个月工作几天，反正你超过这个金额就是不准。用这样来，你是啊，这个逻辑我是听不懂了。你这个你有一个金额，你没有金额你不好查，你有金额你一样查不到啊。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的金额呢？会可以查得到。真的吗？是吗？因为那个我们现在有一个查验系统啊，我们那个查验系统其实可以抓到。你如果有查验系统，你这个原因不是因为这个不好查。你如果有查验系统，我一个月收1万1块钱，我也收得到啊，我也查得到啊。你查验系统里面的要设定金额吗？不是啦，你这个原因立法，你这样定这个条文的原因不是这个，一定不是这个原因。其实是这样的。不，假设啦，我就举例嘛。假设是我退休，我再去领5000块，跟我领2万块，你如果有查验系统，我5000块你查不到吗？当然，这个也可以查得到了。对呀、啊。只是说这个我们有时候在你会觉得你们这个理由是因为觉得说好，你因为你这个钱也不多，对，没有超过基本工资，所以呢你在退休之后你想要再去兼差领一笔钱，只要不是超过基本工资，它就是一个兼差的性质，譬如说去 Seven Eleven 去或者去兼差这样的，我们就不追究。对，你要这样说明嘛，什么不查不到你。不是基本工资以上就查得到，基本工资以下就查不到。不是查不到了，我是觉得说还是有基本工资会比较好了，因为如果有的他只是出席会领个2000块，那你这个，所以我是觉得说他只要不到那个基本工资的话，其实还 OK， 因为等于他退休以后他还想贡献，所以他去就说不定期的去就说提供意见或什么领个车马费，我是觉得是 OK 啦。各位同仁的意见呢？有一些人会兼书院会委员呢，哈。对对。那书院会委员呢，每一次出席会领个2000块啦，那加起来一个月可能大概不会超过10000块了，哈。那哎，不过也不一定呢。不会的，他一个机关才2000块嘛，不会多了，不能说完全都没有了，他现在有一个标准。对，因为你这个是领的是，我们现在哈，我们现在规范的范围能不能说明一下？我们到底领的规范范围是规范他的薪资，他譬如说我去领这个譬如说演讲的费用，这个算不算？这个不算。
我投稿的稿费算不算？这个不算，对不对？对，这个不算嘛，你是薪资嘛。薪资对。所以这个重点是，是薪资吗？他扣缴凭单。现在演讲费他还都跟你报薪资啊。扣缴凭单是列薪资。扣缴凭单都跟你写薪资。报薪资，可是他不应，他应该是薪资吗？他不应该是薪资，但是他不让你。他帮你报薪资啊？不是，他不让你不报薪资。真的吗？对，我们去抗议，抗议过好几次，他们就说。都报薪资。对。那个，因为那个是。那个是那个公司的问题嘛，因为他要规避嘛，他要节税嘛，所以他报你的薪资嘛。啊，连公家单位都这样子啊，就说我们要求说那是演讲费，但是他们就只能够报薪资啊。是吗？扣缴凭单都列。政府机关也是这样吗？对。好了，所以大家的意见呢、啊？法定工资这样会比较那个了，不然实在是很大的困扰。现在是28,000。我其实没有意见了，但是哦，司长的说明是我是听不下去了。你不要用那个理由了。谢谢。好，如果各位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是用我们23条哈、哦。还有除了这个部分，还有没有其他的不一样？要用那个啊，用全序部建议的条文呢、啊？还是？是，就是说用全序部，因为全序部是把赖委员的版本在做修正嘛。好、哦，就是在把这个叫做什么？一项五款三目的第二子目。下列团体第三目这个下列团体或机构之职务或政府代表或公股代表，这个把第一财团法人及其所属团体或机构，二事业机构改成事业机构及其所属团体或机构。只有改这个部分嘛？哈。对。的立法的体例就是修正日期前面要加日期的，然后日期先空白嘛，是吧？然后等到通过了以后再加日期。再来稻田啊，哎，好，好，好，另外加一个之职务是吧？还有在哪里？文字调整。文字调整在第五款的第一第五款的第一幕。第一幕。那个最后有一个20%以上事业之职务啦，就原来的赖委员的版本没有之啦，没有之了。好，把那个职务前面加之，20%以上事业之职务，还有哪一个？还有第二项的那个什么，就他的本法改成本条了。报告委员，他是第二项改成本条，中华民国圈年圈月圈日，然后在最后的第二句与本条修正施行后3个月内。仍照本条修正施行前之规定办理。另外，在第五项的地方、第四项的地方，65岁那个地方，他直接就句点。那在第五项的地方，他把它修正成前项人员，任期届满前年满70岁者，大概有这几个地方的修正。好，如果照全序部的意见修正，各位有没有意见？影响是什么？可不可以说明一下？其实这个跟原来的条文没有什么影响，就是文字的修正，对，文字的条文，我们只是让它文字清楚。好，好执行。如果各位没有意见，我们就照全序部的意见修正通过。接下来24条之一。24条之一，刚才在口头说明的时候说，如果会照民进党团的版本会太严格，这个太严格指的是哪个部分？在第一项的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啊，那么这里面民进党团提的是20%、50%、70%，这是扣减啊，扣减20%、50%、70%。那赖委员的是10%、20%跟50%，那么我们这里面部里面是比较倾向认同赖委员的意见，是因为这个一般来讲啊，公务人员在被判刑啊，会判到这个5年以上的、7年以下的，这个情形已经算是
严重的，那我们扣减他 50%， 代表说这个人的生活照顾已经扣减一半了，已经扣减一半了，以他的基本生活来说其实是应该可以了，那如果再扣减到70%，可能会影响这个人将来的生活，所以我们还是认为说这个50是比较 OK， 70是有点重。好，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来，尤委员。等一下，我在看那个刚刚的23。那如果一般这个贪污治罪条例土地罪嘛，最新待5年吗？如果贪污治罪条例都7年以上了，就土地罪啊，5年啊。哦、土地罪。哎，就是一般的第6条第一项第四款嘛，最轻的土地罪。那印象客观上就是犯土地罪、嗯，那到底是不是要保护说他那个入监执行后有一个基本的生活的那个水准？刚刚次长的意思是这样，是不是？我们其实是这样的，我们是看结果了哈。因为其实每一个案子在审判过程中间，法官有法官的心证了啊。那同样的案子，也许这个个案他判5年，那个个案他判3年，未必了，不一定啊，不一定。那么在处理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是兼顾到一点人权的保障意识在里头哈。我们希望说，这个人在入监期间他本来就要停了，入监期间就停掉了啊。我们在前面那个这个天就入监服刑就不准再发退休金。那等到入监服刑完了回来以后，已经出来了。出来，如果你只给他剩30%的退休金，他生活是有问题的。那如果给他50%的退休金，最起码他的基本生活还 OK 了。啊，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当时的在立法过程中间的思考了，所以委员参考。另外就是说，公务员惩戒法的13条啊、哦。嗯。是最低好像是10%-20%，10%-20%。那因为这个惩戒法的这个减少的退休金还没有到达有刑责的程度嘛？嗯，对。那所以这个是已经是犯刑事责任的嘛？哈。是。那有没有要考虑到这一点，要有一个区隔啊？就是说，第4款的最少的减少是10%而已嘛，对不对？嗯。那前面是第1款是全部剥夺了嘛，哈。对。2款是剥夺了50%，那3款直接就降到了20%，4款就降到10%。对。那这个要不要考量？回罪，对，其实刚刚顾委员担心的那个，我们在第2项哈，我们第2项对这个缓刑宣告的人呢、啊，我们是有特别从宽呢、啊，不扣减了、啊。我们第2项啊，对那个缓刑的，缓刑期满了以后，我们原则上是不扣减的了。四款跟3款之间是不是要30%-20%啊？这个尊重我们的意见呢、啊，我们是建议10%-20%了，因为老实讲，这种一年到两年的扣减20%是有点重了，因为这种东西，比方说这个人判1年，一年就扣减他20%，太重了吧？我们的感觉是这样。对、啊，一年以下不扣减。好，这个部分啊，我建议是这样了，就是刚才顾委员讲的是有道理的。你公务员惩戒法那个还没有到这个判刑的程度，你就扣10%-20%了，所以从20%来起跳是合理的了。我们尊重委员的意见。来，各位同仁的意见呢？我们如果把它改成
五十、三十、二十，好，就是全数追缴，就是全部扣掉，然后是五十、二十、三五十、三十、二十，好不好？好。那么条文上面这个文字上面哈，赖委员的提案是各位请看第一款的第四行，应溯及剥夺其退离，然后民进党的版本是应自始剥夺，是溯及剥夺还是自始剥夺比较好？其实意义是一样的。溯及是溯及哪一个点？溯及到那个退休生效日那个点。自始来那个几位大律师的意见呢？哪一个文字比较好？是第一次看到这种事实啊，溯及的，所以我也不敢表示意见了。我觉得事实溯及很少看到。来，法制局的意见。行政程序法里面比较常用是用自始啊，自始当然确定无效，所以程序部的建议的条文也是用自始。好，那我们就自始剥夺啊。好，那我请教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两个版本。比较大的一个，除了这个比例的差别之外，那么在第三项、第二项的部分，民进党的版本规定依本法退休之前等等这一项的这个规定，可不可以说明一下这个规定的理由是什么，或者它的造成的影响是什么？是要。来，是您有没有研究？因为这个民进党版本这个条文是这样，他原来是说，这个人已经退休了，退休了他也领一段时间的退休金了，那后来这个人被判刑确定了，或者是被一个惩戒确定了以后，往后才扣减，以前是不扣减，啊、哦，就是往后才扣减，但这样的条文呢，跟我们现在通过的惩戒法。五月二号就要施行的惩戒法是不一样，五月二号的惩戒法是自始追，是自始追啊、哦，所以我们现在是建议回到跟惩戒法一样，都是自始追了。那民进党的版本是往后生效，就往后开始，以前的就既往不咎，是这个意思。那我们是建议回到惩戒法的机制来。好，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如果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是用。赖委员提案的版本，但是把这个溯及改成自始，然后把比例改成三十跟二十，还有吗？那个等一下，来，尤委员，民进党的版本有在讲那个从重的规定的这个部分呢、啊？从重是吗？对，因为从重这个就是避免到时候跟惩戒法在规范上，因为本来是不一样。那如果到时候你不用这个从重规范，要执行哪一个，就有问题了。所以必须要用这个从重来处理，才能最后两者不一致的时候用重的那个来处理。对啊，但是你现在里面的版本没有从重的这个。有啊有啊，委员的版本有。在第三项。我们的第。我们加了这个以后才建议他删这个，所以要跟他说要加各方加了以后才删。好了，等一下。你看我们全区部你的条文的第三项就有从重处罚那个，有没有？第一项，那要不要改成从重？从重处罚最后一句话。从重处罚了。那要不要文字修正从重处罚比较明确？对，从重处罚。因为那个从重处罚哈，因为那个我看哈，可能变成讨论的基础要用程序部的版本，因为他现在那个第一项的那个已经都从自始减少嘛，对不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已经领修改的幅度就比较大了。对，因为前面的我看赖世保委员跟民党的办都从是判刑确定之日起嘛，对不对？对对。所以如果要用自始的话，就要下面再加一句。就是其已知领者，照应减少之部分追缴之，所以会变成二款、三款、四款都要有
有这样子的一个追加的文字了，所以就没有办法用那个赖世宝或者民党团的版本来讨论，不然的话这样好好像很难。但因为现在我们提案的委员就是这两个版本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要找一个版本，然后只是说啊，依照全序部建议的条文来加以修正嘛，应该是这样。刚才说基本上用赖委员的版本，在我们在处理上会比较方便嘛，对不对？对。那可不可以就赖委员版本上面，我们把这个部分把它加上去？其实上都一样了，都一样了。民进党团的版本，然后按照全序部的建议修正掉，因为我看两个都改很多、啊。是修很多、啊、但是问题是两个版本都修很多、啊、按照全序部的建议条文、啊、好，那这样子好不好？所以二十四条之一，是不是各位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意见？如果没有的话，涉犯贪污，涉犯了哈，二十四条之一那个涉犯，我们能不能请这个我们议事人员把这个条文、哦、整理一下、哦、我们整理一下，把这个因为刚才讲的比较乱了，我们把它整理一下，然后等一下再来宣读一次，大家再看一下好不好？会比较麻烦啊，可以啊，好不好？好、哦、好，那就麻烦来那个法制局啊，主席，那个全序部建议的条文的第二十四条之一哦，他在他的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都在后段加“其已知领者，照应减少之部分追缴之”。那这个其实各款第一款也有这个后段有个“其已知领者应追缴之”。我们是不是建议文字上把精简这个不用加，而是加在序文的地方？应依下列规定剥夺或减少退离给予，然后分号“其已知领者”。照应减少之全部或一部追缴之冒号，那这样子文字上不会这么赘言。Okay, 好，谢谢，好不好？哈，好。那哪一个单位要负责来整理文字？你们有电子档是吧？好，那就麻烦。那你们整理出来的时候，请法制局帮忙再看一下，好不好？好。那我们休息到五点。条开始的条文都要
Thank you.
好，我们现在继续开会。请宣读修正动议。修正动议第21条，公务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而申请退休或资遣者，应不予受理：一、留职停薪期间；二、停职期间；三、休职期间；四、动员戡乱时期终止后，涉嫌内乱罪、外患罪，尚未判决确定或不起诉处分未确定或缓起诉尚未期满；五、涉犯贪污治罪条例或刑法渎职罪章之罪，经第一审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以上之刑；六、依公务员惩戒法规定移送惩戒或送请监察院审查中；七、其他法律有特别规定。前项第四款至第七款人员，自届龄退休至持生效日（以下简称届退日起），应先行停职。第一项第二款及前项人员，自届退日至原因消灭之日，得比照停职人员发给半数之本年供奉。第一项第二款至第七款人员，欲届退日者，应于原因消灭后六个月内，以书面向原服务机关申请办理退休。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仍不得办理退休：一、撤职或免职；二、六个月因办理期限届满时，仍有第22条锁定丧失办理退休权利之法定事由者；前项人员于锁定六个月因办理期限内死亡者，遗族得申请依第一次退休金之标准核发给予，但退休条件已达得则领月退休金，且其遗族符合第18条第4项锁定条件者，得按应领月退休金之半数给予月抚慰金。前二项人员均以其届退日为退休生效日，但休职人员应以原因消灭并经权责机关核准复职之日为其退休生效日。前项人员依第三项规定所领之半数本年供奉，应由退休金支给发放机关，自所发退休给予或抚慰金中核实收回。提案人：段宜康、顾立雄、尤美女、周春敏。修正动议第23条，则领或兼领月退休金之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停止领受月退休金之权利，至原因消灭时恢复：一、犯贪污治罪条例或刑法渎职罪章之罪，经判刑确定而入监服刑期间；二、褫夺公权而尚未复权；三、因案被通缉期间；四、在任由政府编列预算支给奉薪给待遇或公费（以下简称薪酬）之机关构或团体之职务，且每月支领薪酬总额超过法定基本工资；五、在任下列职务且每月支领薪酬总额超过法定基本工资者，括弧一、行政法人、公法人、政府原始捐助赠或捐助赠经费累计达财产总额20%以上之财团法人，或政府及其所属营业基金、非营业基金转投资金额累计占该事业资本额20%以上事业之职务，括弧二、行政法人、公法人之政府代表，括弧三、受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其人事、财务或业务之下列团体或机构之职务，或政府代表或公股代表：一、财团法人及其所属团体或机构；二、事业机构及其所属团体或机构。本条中华民国某年某月某日修正施行前，则领或兼领月退休金人员，已在任前项第四款及第五款职务，且每月薪酬总额超过法定基本工资，而无需停止领受月退休金之权利者，于本条修正施行后三个月内，仍照本条修正施行前之规定办理。未依规定自在任之日起停止支领月退休金而有异领情事者，应由支给机关依法追缴自应停止支领日起异领之退休金。则领或兼领月退休金之人员，在任第一项第五款所列机构董理事长及执行长者，其出任年龄不得逾65岁。前项人员任期届满前年满70岁者，应即更换，但有特殊考量，经主管院核准者不在此限。领受月抚慰金之遗族，有第一项第一款至第三款情形者，停止领受月抚慰金之权利。提案人：段宜康、尤美女、顾立雄、周春敏。修正动议第24条之一，公务人员在职期间涉犯贪污治罪条例或刑法渎职罪章之罪，
而未经停免职，或未经依公务员惩戒法规定移送惩戒或送请监察院审查者，于依本法退休资遣或离职后始经判刑确定时，应依下列规定剥夺或减少退职给予、退离给予，其已知领者，照应剥夺或减少之全部或一部追缴之。一、经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确定者，应自始剥夺其退离给予。二、经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以上七年未满者，应自始减少其应领退离给予之50%。三、经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以上三年未满者，应自始减少其应领退离给予之30%。四、经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以上二年未满者，应自始减少其应领退离给予之20%。前项人员受缓刑宣告期满未经撤销者，自宣告期满后不适用前项第三款及第四款规定，其已减少之退离给予，应由各支给机关补发之。第一项人员依同一案件与其他法律有较重之剥夺或减少退离给予处分者，从重处罚。第一项锁定退离给予，应按最近一次退休资遣或离职前任职年资核给，其内涵包含以下各项给予：一、依本法支给之退休金、资遣给予，以及依第三十条支给之补偿金；二、公教人员退休金其他现金给予补偿金、发给办法之补偿金；三、政府拨付之退抚基金费用本息；四、优惠存款利息；五、遗嘱抚慰金。第一项人员在任公务人员时，其依第一项规定已受剥夺、减少退离给予之任职年资，于重行退休资遣或离职时，不予计算。退休人员曾依第一项第二款至第四款规定减少退离给予者，于在任公务人员第一本法重行退休资遣之年资，连同其已受减少退离给予之任职年资并计后，以不超过第九条及第29条锁定最高财进年资为限。依本法退休资遣后始受降级或减俸处分者，因次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判决书送达受惩戒人主管机关之日起，改按降级或减俸后之俸薪级或俸薪额计算退休资遣给予。本法中华民国某年某月某日修正施行前，由第一项及前项规定情形者，不适用修正施行后之规定。提案人段英康、尤美女、顾立雄、周春敏。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同仁，对于修正动议一、修正第21条，请问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我们就21条修正通过。请问修正动议二、修正第23条，请问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修正23条修正通过。请问修正动议24条之一，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来，请周委员。主席，我在两个问题，然后再请教这个全序部还有司法院再表示一下意见。第一个就是24条之一第一项第四款，经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以上二年未满者，这个一年以上二年未满是这个执行刑吗？还是单独的个罪？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也是社会大众关心的，24条之一这个修正通过之后有溯及既往吗？也是请全序部跟司法院再表示一下意见。司法院是人事处的处长啊，司法院有代表吗？有就人事处还有有蔡来请说明。谢谢委员推行了这个，我们这边所谓的一年以上二年未满是指单独的一个罪啊，单独一个罪。那另外那个，对不起，那个刚那个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忘了。哦，溯及，这个只要是判刑确定的，那这个个案一定是致死追回来。那所谓的追溯溯及既往的概念呢？我们在最24条的最末项啊，我们20条最末项这个地方已经有修法之前已经确定了案子是不处理的。对，以后才算。黄世明的不适用啦，对对 对，但叶世文的适用啦，就对了啦。没错，安尼吼，可能后边较听有啦。没错，没错。黄
的判决是在这个修法通过之前嘛，所以就适用这个二十四条之一的最后一项嘛，就是这个发生在这一个修正施行前嘛，所以黄世明就不适用嘛，但是叶世文一定应该啦，应该会在我们三读通过之后，他还没有判刑啦，所以叶世文就有适用了。这样，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的话，我们第修正动议三就通过，我们二十四条之一就修正通过。好，跟各位报告，公务人员退休法第二十一条、二十三条修正条文及增订第二十四条之一条文草案已处理完毕。那么，以上两案并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公决。本案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召集委员段宜康说明。好，本次会议到此结束，散会，谢谢大家。